沈尧父，即命廷罢之。元州合盟请以金舍本州二税。真宗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大中降服出，连岁封人，边楚有备，河北诸路税赋，并听与本州军书纳。二年，班牧直州县官招来户口经赏条制。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级升等，乃加其俸，至有息客户。为主户者，虽登于籍，而赋税摩所增。四年，赵敬之。雍熙初，常召金湖等路民书丁钱，未成丁，以入老病身有废疾者，免之。至是，又除两浙、福建、金湖、广南旧书生丁钱，遂凡四十五万四百贯。九年，赵诸路之一税赋物至两次，仍许以粟麦侨书互相折书。凡岁赋，古以实计，钱以名计，帛以匹计，金银丝绵矣。PG 2823。两计稿皆新真以为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到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五年，是至道之数有增有减，总六千四百五十三万。其折遍及遗书笔壤者，则是当时所需焉。宋克平诸国，每以序名为先物，类朝相承，凡无名科系之敛，常加忏格，齿间斗素，未闻有所增益。一遇水旱摇役，则捐除以革，待无虚岁，以革者后或凶欠，亦折捐之，而有田制。布利尊母转役，丁口隐漏，兼并冒尾，未尝考案，故复入之力。事前待为薄。丁未尝言，二十而税役者有之，三十而税役者有之。仁宗四位守宽基县田赋，赵三等以下户无远书，河中府同华州请免之疑，帝以问府臣，对曰：昔彼素兵，非宜用民，赋则军食不足，特照量减之疑。福州王室时有田千余顷，谓之官庄，自太平兴国中受劝与民耕，遂使书赋。至是，发运使方仲寻言：“此公田也，与之可得厚利。”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姓为庆领其事，凡授钱三十五万余名，照减名前三之一，其三年必偿。监察御史朱建以为伤民不可。及而其境未尝者有十二万八千余名，赵熙捐之。后又赵公田重赋取赋者皆罢。天盛时，被周延民息居者立加税，谓之罚税，他周无此笔，赵除之。自是，周县有盐税之科系无名者，捐损甚重。自唐以来，民计田书赋外，增取他物，赋折为赋，谓之杂变，亦谓之严纳。而民品繁细，其类不一。官司遂复杖籍，并怨清幽，民以为患。明道中，地公耕及田，因照三司以类并合。于是悉除诸民品，并为一物。夏秋岁入，地分粗细二色，百姓辨之。州县赋入有疾，遂一致，谓之空行部，以待岁中催科闰年别制，谓之实行部，
以藏有私。天圣初，或言实行不无用，而率民前围扰罢之。景佑元年，是御史韩独言，天下复入。PG 2824。知凡，但存崔科一部，亦有散亡，则号登之术无从勾考。请复至实行部，赵再润遗诏，至庆历中复故。时患州县复议之凡，赵诸路上其数，比二府大臣何意捐减。又诏曰：税即有伪书讨喜，或因推割用信走仪，若请战功田而不输税，如此之类，县令所能纠见其弊，以增赋入量数亿赏。继而见官王素言：天下田赋轻重不等，请君定。而欧阳修一言：秘书丞孙林常往明州肥乡县，与大理寺陈郭资以千部方田法扩定民田，愿召二人的人之。三思亦以为然。且请于伯寿蔡汝四州则匹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资蔡州。资首扩一县，得田26930余顷，均其赋于民。继而资延州县多陶田，未可尽扩，朝廷亦重劳人，遂罢。陕西、河东用兵，民赋率多之宜，因增取的礼缴钱，民不能堪。五年，赵陕西特捐之，且令后物复取。继而赵河东亦然。又令诸路转运司之宜，折变前其半岁书于榜以御民，有未变者听自言，主者才知。黄佑忠、赵广西副部匹为钱200。如闻有私善损其价，众困远人，宜令复故。周郡遂长先奏与族遂封，后虽灾害，不敢上闻，故民赋罕的捐者，乃下诏申斥之。又损开封诸县田赋，是旧额十之三，命者于法之宜，则变贫弱者有以为患。景佑初，常召户在第九等免之，后孤独户亦皆免。至是因下赦书，则转运司财损，遂中条上。其后赦书数以为严，又令折科为评估，无得害农。九之复诏曰：如闻诸路比言折科民赋，多以所折赋变他物，或增取其职，众困粮农，虽屡戒斥，莫能奉宣诏令。自今有此，州长立即时上文，然有司规矩敛，罕能成第一焉。初，湖广闽浙因旧制遂敛丁身钱米，大中降服间诏除丁钱，而米书如故。至天圣中，使并除物，秀二州丁钱。后庞吉请罢张权，新化军丁米，有私持不可。黄佑三年，第 PG 2825。命三司守简称永州、贵阳间丁米，以最下数一岁为准，遂减十余万石。继而张权新化异地损之。嘉佑四年，复命转运司裁定称永、贵阳、横道州所输丁米及钱卷杂物，无业者持之，有业者减半，后虽进丁，勿复增取。使广南游获输丁钱，亦命转运司调上，自是所输无几矣。自郭资均税之法罢，
论者为朝廷徒蓄一时之劳，而失经远之虑。至皇佑中，天下垦田市井得增417000余顷，而岁入九谷乃减718000余石，盖田赋不均，其必如此。后田今之沧州，均无地田；蔡挺之亳州，均聊城高唐田，遂增赋。谷亳之类，无地总1152，聊城高唐总14847，而沧州之民不以为变，诏书如旧。嘉佑五年，复诏君定，遣官分行诸路，而秘书陈高本在遣中，独以为不可君才。君数郡田而止。景德中，赋入之数总4916999，至皇佑中增448665，至平中又增1417964。其以设令捐除以便于民，若逃逸户绝不追者，景德中总6829700，皇佑中338457，至平中12298700。每岁以灾害捐除者，又不在世焉。神宗刘义农妇胡广之民旧岁输丁米，大中降服以后旅财损犹不均。熙宁四年，乃遣屯田员外郎周之纯往广东相度君之。元丰三年，诏诸路之宜折税，并据所行月日，上之中书。初，熙宁八年，诏之宜二税于其纳前半岁裕民，使民素办无仓足劳费，时有司往往缓其，故深约之。州县又获金明书钱，谓之折胡钱，而敌见颇用商农。海南四州均税及残缺，利多增损，折一税入他户，代书者类不能自明。琼州昌化军丁税米，遂移书诸衙军，道远民以为苦，致仕用体量安抚诸出。PG 2826。平等义更扩四州军税赋旧额，存其正数，二州丁税米指令书前于诸衙自敌以便民。全发遣三司户部判官李从根究逃绝税役，将这所得逃户凡401300有其为书上之。明年，除从淮南转运副使两路凡的逃绝，鬼名邪殿不及不载，并确丁凡475900有其正税，并积付凡922200贯十匹两有其从盖用贯100000数立赏，以右所委之力增加浩大三路之名，待被其害。而唐州亦增民赋，人情骚然。六年，御史狄恩言使赵尚宽为唐守，劝民垦田，高赋计之，流民自战者众，凡百亩起税4亩而已，税轻而民月疏，境内殆无矿土。晋文转运司辟土百亩增至20亩，恐其势在至转徙，望借赤石者量加以宽民。地每遇水旱，则清池复租，或因设幼又捐放，以革未长绝，复书远方不均，皆遣使按之，虑以为常。哲宗四位宣仁太后同听政，务行裕民之政，凡民有赋
多所宽减。换天下积欠名目繁多，法令不一，王延守为开封，请隋等地立冠百为催法。兖州邹令张文仲意其不变，遂令十分为律，遂随夏秋料代纳一分，是为五年食料之法。陕西转运使吕太中令农户之宜，斗书缴钱十八，御史何之，下提行司体量，均其轻重之等，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之宜三百里，三等、四等者二百里，五等一百里，不愿之宜。而愿书到里缴价者，亦着度分为三等，以从其便。河东驻军粮草之宜无的逾三百里，灾伤五分以上者免折变，折变皆循旧法。绍圣中常照郡县货物用足钱沈末不等，折变宜用中等，而以所在时孤时值多寡不齐，难盖立法，命人就焉。言者谓欲民不留，不若多积谷，欲多积谷，不若推行折纳跳敌之法。今常平虽有折纳之法，只用中价，故民不乐书。若依何敌以时 ？PG 2827。价折之，则无损于民。崇宁二年，诸路遂忍，遂行增价折纳之法，之宜折变。科律配买，皆以西宁法从事，民以古书、物帛书积赋临税者，听之。大观二年诏，天下租赋科拨之折，当先赋后平，自尽即远。乃者曹丞失职，有不均之患，民或受害，其定为令之，以本以便边饷，内郡罕用焉。兼有一用，则令民以所费多寡自则，故或书本色于之宜之地，或书缴费于所居之意，而折变之法，以纳月初旬估中价准折，人事岁之丰欠，以定物之低昂，比官吏无的思其轻重。七月，诏曰：比文慢吏废其凡书官之物，为其促现，残者未思，浓者未获，追虚旁武，名模所措。自今前其都书者，加一等作之，至明讨喜者，论更加等。九，凡以设令捐赋，虽多不过三分。四年，乃诏天下不赋。五年，外户口不存者，悉捐之。今昔旧不知宜，崇宁中将曹者呼令民曰：知宜所宜同。今特免，若得礼缴费，则宜书。自是岁以为常。缴费斗为前五十六，比元丰及当赈税之数，而反复扭折，数倍于席民。至玉牛一产犹不能计，转运司乃用事以取办理之欲，言者即论。其海正和元年，遂照应之宜而所书的礼缴钱不及斗者，免之。寻照五等户税不及斗者，之宜皆免。时天下户口类多不实，虽常立法比较勾考，遂终会其数。案即引括脱漏，定赏罚之格，然蔡攸等既得，罢二州户口之数，律三户四口，则户板而引，不待效而知。乃召诸路凡奏户口，令提刑司及提举常平司参考保奏，而终莫能整其弊，故租税役不得而均焉。是时，内外之费尽已不给，
中官杨戬主后院作，有言汝州的可为稻田者，应用其言，置物长之，号稻田物，复行于府。鸡一名公田。南蓟乡，唐，西极神池，北于大河，名田有义。 PG 2828。余初劝不母者，折史书公田前。郑和末，又置营善所，亦为公田。久之，后院、营善所、公田皆并于西城所，近山东、和朔天。荒陶田与河堤退贪租税举入焉，皆内事主其事。所扩为田34300顷，名书公田前外，正税不复能书。众和元年，献言者曰：物有丰溃，价有低昂，孤风见之。物比名书送，折价计件，书官必多，则公私之利也。而州县之利，但计一方所伐，不计物之有无，则民所无，其费无量。至于之宜，喜丰就欠，理则宜然。豪民求利，故喜欠以就丰。积邪清货，以贱价输官，其利自备，而贫下户各免之宜，孤直。计高，更易缴费，是富户反众。因之不富，困于追虚。赵升戒焉。宣和初，州县主力崔科失职，不租数广，令转运司查守二秦舵，听专达于内侍省。浙西桃田，天荒草田，风交荡湖落退滩等地，皆计及赵店立租，以供应奉至局命官有错。治水利农田之民，不识者且自都御前租客。三年，言者论西蜀折科之弊，其略为西蜀出税前300，折卷一匹，草食为计前20。今本路卷不用本色，匹折草白五十为估前150，税前300，输至23000。东蜀如之人之宜新编，谓之远仓，民破产者众。七年，言折又论非法，折变既以卷折钱，又以钱折卖，以卷较钱，钱倍于卷，以钱较卖，卖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摩所诉。唐、邓、湘、汝等州自治贫后，开垦税增，然未定税额。元丰中以所垦新田差为五等输税，元佑元年罢之。大观三年，用转运副使张辉言之请，复元丰就治，而又以速者而罢。郑和三年，转运使王熟复言官师租赋，照依元丰法，地者以见钱，凡得300000。清宗立，赵捐焉。旧税租加号，转运私有抛庄名号，州县有暗庄暗号之名，诸仓场受纳，又令明书头子钱。PG 2829。西宁以后，给纳并收，其数亦增焉，至是西罢。高宗建炎元年五月更营，赵二税并依旧法，凡百姓欠租，革赋及应天福下税，悉捐之。庚子，赵被鲁之家捐下秋租税及科配。绍兴元年五月，赵民力久困，州县因元为奸，今班事诸路，凡因君其不得已而待于民者，并许计所用之多寡，度物力之轻重，依事开具，使民通知，
无的过数科虑。八月，减大关税额三分之一。时有一月，言者论这息科敛之害，浓墨待不聊生。欲甜而长，则无受者；弃之而钝，则执其妻奴。上下相蒙，民魔所措手足。利归贪利，而怨归陛下。愿众科敛之罪，言贪墨之行。赵曹思究时已闻。二年正月，知绍兴府城。汝昔为赵科律，谪漳州。四月，见到范汝为平，赵捐本禄今年。二岁即下科一钱。继而守诏，访文州县以为这令不过三分。甚非所以称正会序之意，可以赦并免。时有一月，汾州县以捐税薄，市民已不疑也。五年二月，诏诸路转运司以增收租数，上户部课赏罚。六年八月，欲借将这来年下税筹券之半，禁令折米两。这筹券各折七千，江南六千有半，每匹折米二十。九月，又思见王敬言诸寺院之多产者，累请求贵臣改为坟院，即免科敛，则所科归之下户。赵户部深言禁之。时有二月，赵怀西残破州县更免租税二年。是月戊申，诏曰：正为养兵之费，皆取于民，无民甚苦，而利莫之序，营援军需，剖敛无益，正甚道之。兼司郡守，正所谓既以会养援员者也，今慢不加审，复何赖焉？其各情乃直，察民之轻于纳贿者，按何以闻？苟弊复服制，正不如待。是岁，两浙转运礼代取物秀湖州、平江府税计宽甚，前二十二万八千名有其一折薄前线启发。自是以为例 PG 2830。七年二月，诏铸币及所过州县欠绍兴五年以前税赋，并捐之。七月，诏兴复州军请殿官田书租外免书正税，即田位之税、殿田位之租，旧部并纳，刘玉长并取之，致仕乃从旧法。九年，捐兴复州军税租及土贡，大理营卷三年，差摇五年。初，刘裕之见，凡民间书谱皆令三计书税，宣谕官方庭。时言其不便，起居舍人陈克俊言：河南父老苦欲凡科久矣，复敛及于序旅，割包置于果书。于是赵兴复州县，取刘裕众敛之法，焚之通衢。十三年，淮东宣抚使韩世忠请以赐田及私产自席未书之税，并归之官，赵蒋欲而可知。初，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起捐所置产，凡何买科夫，赵特从之。后三审言国家兵革未习用，杜志广陛下哀悯圆圆，比氏大夫及勋妻之家与边户等夫，改欲宽名利，均有无今郡独得免，则当君在于户，是使名为郡代书也。方今大将不止郡一人，使各原力求免，何以拒之？望收还前诏，诏从之。
越数年间，郡复起免税书和买卷三省，拟遂赐郡卷五千匹，数免其利。上以是郡，因谕之曰：“正故不袭，但恐公义不可。”郡惶悚，立辞赐卷。十五年，户部议准法，书官务用四钞，曰户钞，复名直平，曰县钞；官县司销部，曰监钞；纳官长之，曰铸钞；仓库藏之，所以防伪冒，被毁失也。毁失县钞者，以监铸钞销凿，若者取户钞，或追验于人户者，科杖。二十三年，支持周皇子游言，青阳县苗七八倍于诸县。因南唐常以县为宋齐丘十邑，母书三斗，后岁为额赵简苗。税二分有半，租米二分。是时，两浙州县合书棉、绸、税卷、茶卷、杂钱、米六色，皆以市价折钱，却别科米卖，有母书四五斗者。今西扩田，租家于旧。湖南有土户钱、折师钱、促席钱、曲引钱，名色不一。今南户口十万，寇乱以来，几无人迹。PG 2831。义者西朝廷义，为流民以赋，可十岁书十二，平岁复增，积不至二十余万名。曹勇为户部侍郎，则常甚急。盖自贵在乡密，欲诸路按增民税七八，故民力众困，饿死者众，皆贵之为也。二十六年，先是陈义郎鲁冲上书论郡役之弊，以陈前任宜兴一县言之。曹季和收科民，有丁言房场客立钱，租的钱，租私租住钱，岁入不过一万五千余名。其发纳之数有大军钱、上贡钱、底本钱、造船钱、军器物料钱、天生结银卷钱之类，岁之不斥三万四千余名。又有见任寄居官请奉，过往官兵批劝，与非泛州郡都所托欠，略无虚日。今之为令者，苟以宽恤为义，而拙于摧苛，炫种一不直罢，能迎合上司，惨客聚敛，则以称职文。是使为令者惴惴为财富事念，朝不谋细。亦贺侠为陛下奉行宽恤诏书，陈留宣化者哉。吏部侍郎许兴古意，今权曹有知县，令二百余阙，无愿就者，正愿财富都破备罪，所以未必如此。若罢县县余，捐民积欠，仅则守城戒斥监司，则立称民安矣，乃诏行之。二十九年，上闻江西盗贼，谓府臣曰：“轻徭薄赋，所以袭盗，遂之水旱，所不能免。倘不宽恤而为务科都，岂使民不为盗之一哉？”于是诏诸潞州县。绍兴二十七年以前，积欠官钱三百九十七万余名及四等以下官欠，悉除之。九月，诏两浙江东西水浙东江东西民，其租税尽捐之。自是水旱，精兵时有捐减，不尽书也。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孝宗受禅赦，凡官司债赋、房令、租赋、合买、役钱及房场、合度等钱，
自绍兴三十年以前并除之。诸路或假供奉为名，于夺名利，使所在居民以土物为苦。太上皇帝以长将诏进曰：自荆州军条上土供之物，当亦参酌天地。祖宗陵请见献及得受公干纸之奉，只许常例修供，其余并罢。州县因缘多取，以为制作之。七月，诸县受民以书税租。PG 2832。等钞不及销布者，当执官吏并科罪，民积户钞不为使而已。令众书者，以为治论，不以赦免者为令。八月，诏州县受纳秋苗，官吏多收家号，四为监期。方时监余，用度未足，欲减偿赋而未能，岂忍使贪赃之徒众为名度？自今违犯官吏，并治重典，人没其家，此孝宗出诏也。先是，常州宜兴县无税产百姓，丁书盐钱200文。下户有墓地者，谓之墓户。今借之时均有正税，又另代书丁盐卷作折薄钱。至隆兴元年，使用知县将诏言，令与晋陵、武进、无锡三县一例随产均书。二年四月，知赣州赵公称以宽甚钱十万名为明代书下税，事后守城时有代书者。五月，赵温台处恢不通水路，其二税务薄，许依折法以银折书，数外望有苛折，即赃定罪。甘道元年，捐兴化军由盛米之半，以知军张允导言字。建炎三年，本军秋税，遂于军除外，由盛米24400余石。供给福州，谓之由盛米。四十年间，水旱乡人不复减损，故有事命。至八年，乃并其半捐之。三年六月，减临安府新城县禁忌税赋之半，以知县耿秉言囊前是以禁忌为名，虚额太重故也。时有一月，捐临安府属县。欠甘道元年三税，房场客吏折薄免丁等钱。七年，敕令所修书苗起取法，受纳官比犯人简易等，州县长官不觉察与同罪，记上三等及刑事户不复，虽预设不除。八年，捐绍兴府增起苗米49000余石。淳熙三年，陈辽言湖北百姓广占官田，量书偿赋四为过忧，比翼者欲从实起税而开城守之门。书不思朝廷往年经借读两淮、京西、湖北依旧，盖以四路被边，土广人稀，有知识根，犹惧不至，若履母而睡，孰肯远徙立根，以公公上之负哉。今湖北为鼎，里的皆湖南，垦田稍多，自京南安富。 PG 2833。月二，汉免乌来弥旺，户口稀少，且皆江南峡乡百姓，扶老携幼远来请殿，以田亩宽而税赋轻也。若从义者之言，恐于公家无一毫之益，而良民有无穷之扰矣。如臣所见，且当有以开根，不以恐以增税。
使田畴尽辟，遂收资广，以御丰忍。平敌以十边，则所审漕运一薄。望其一绍兴十六年诏旨，以十分为律，年增书一分，不愿开垦者，即许退田别店。其县稍宽，取之有见，远名安业，一路兴盛。赵户部一之。四年，陈辽言吕涉捐积欠，以苏皮民，州县不能养成，得意至变一名色以取之。一下曹思如何处者，无更取之于州，州无取之于县，县消民欠籍，书其民数，欲民通之。赵可。五年八月，诏曰：彼年以来，五谷履登，蚕丝盈香，家与海内共用富康之乐，上念耕夫蚕腹中遂情动，价贱不足以偿其劳。郡役两税，除折薄，折变自有常制，当书正色者，无以重价强之折钱。若有故为，重治于法。临安府客时，便赐诸禄。六年，以建议大夫谢阔然言：州县为法科敛，轻于日甚，其旧虽在县令，而都破时由郡守。县令暗合，而郡守自如。诏自今凡有过须横取，兼私西行暗合，无祥于小而略于大。七年夏，大旱。知南康君朱熹应诏上封誓言：今民间耳税之入，朝廷进取以供军，州县无复盈余，于是别立名色巧取。今民贫富重，唯有合兵籍，广屯田，练民兵，可以建省列屯座。时之兵稍损州郡公军之数，使州县之力尽疏，然后尽其苛敛，则其宽恤庶积穷困之民，得保身业，无留遗飘荡之患。八年，赵监司太守查所不催苛不扰者见之，凡扰害民者何之。十一年，户部奏诸路州军减放汉商米数近六十万石。上谕王怀曰：若禁令何时，恐他年郡县怀疑，不复减放，为宁国恕罪多，可令曹思何时而捐之。绍熙元年，陈辽言古者复租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 PG 2834 5今之为卷者，以被折而为钱，再被折而为银。银越贵，钱越坚的，骨越不可受，使民见跳而贵折，则大熟之遂反为民害。愿赵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治于罚，民有跳不受者，令偿。凭旧敌一时岁欠，凭价以跳，数于民无伤，于国有补。诏从之。秘书兼杨万里奏明书宿于官位之苗，就以一壶书一壶，今以二壶书一壶矣。书薄于官位之税，就以正卷为税卷，今正卷外有何买矣，就何买官给其职，或以钱，或以盐，今皆无之。又以卷估值而被折其钱矣，就税母一钱，书免役一钱，今遂增其额，不知所指矣。既一倍其粟，数倍其帛，又数倍其钱，而有月庄钱、板账钱，不知几倍于祖宗之旧，又几倍于汉唐之至乎？此由东南之富可知也，至于属富之额外无名者，
不可得而知也。陛下欲薄赋敛，当节用度，用节而后才可积，才积而后国可足，国足而后富可俭，富俭而后民可富，民富而后邦可宁。不然，日复日，岁复岁，臣未知其所终也。诗经主景星立，万里亚使客于怀，闻其捐民间房园地基前，罢乡村官酒房，减盐价，除田租，使须欲达于无尽，故因转兑而有事言也。二年，诏曰：政为为政之道，莫先于养民，故自即位矣。来，捐除甚富，颁宣宽条，加与四方征于安富，郡守、县令最敬明者也。臣能抚循惠爱，以臣修德，庶几正平送礼之效。精彩之人言，乃文科敛先齐，进物半极，而民之虚实不问，追呼相继，敢为追褒，而民之安否不恤。才济之外，治理灭文，甚不称政委属之意。国用有常，故在经理，而非剖客督去以为能也。知本末先后之意，此政所贵于首令者，既自今以整序为新，以牧养为务，比民安业，始与儒家。庆元二年，诏浙江东、西夏税和买绸绢，并依绍兴十六年诏旨折纳。绍兴十六年诏旨，绢三分折钱，七分本色，绸八分。PG 2835。折钱二分本色。嘉熙二年陈辽言：陛下自登大宝以来，捐赋之诏无岁无之，而百姓未沾实惠。盖民书率先其归于利虚懒户，及御诏下，则所放者利虚之物，所以隔者懒户之钱，是以宽恤之诏虽颁，愁叹之声如故。常觉汉使恤民之诏，多减明年田租。今宜访汉故时，如欲朝廷行大会，则以今年下诏，明年减租，是民先知减数，则利难为期，民败十次矣。从之。淳佑八年，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陈求鲁奏：本朝人政有余，而王制未备，今之两税，本大利之弊法也，常付之入上，为病况欲戒乎？欲戒一岁未已也，至于在，至于三，欲戒三岁未已也，至于四，至于五。窃闻今之州县有戒淳佑十四年者矣。以百亩之家计之，庆其永业，岂足之数年之戒乎？操纵出于权宜，官吏得以薄弄，上下为奸，公司巨困，臣愚未今日旧弊之策。其大端有四焉：以采夏侯太初并沈州郡之意，比县令得以直达于朝廷；用宋元嘉六年为断之法，比县令得以纠心于府字；法亦祖出朝升为令之典，以重其权，尊光武卓卓茂为三公之意，以积其气，然后为之正其经界，明其板籍，约其望费，裁其横脸，则欲界可革，明末有抽矣。咸淳十年，侍御史陈坚、殿中侍御史陈过等奏：京东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边患急矣，诸葛亮所谓危急存亡之时也。
而抵第七碗，御前四官，田连阡陌，王绿数千万计，皆巧利民色，尽捐二税。州县伐兴，鞭挞梨树，欲妻买子，而钟鸣鼎食。之家仓头炉儿，将酒或肉，临公饭与之流，安居暇时，悠游死生。安平无事之时有且不可，而况艰难多事之际乎？今欲宽边患，当书名利，欲书名利，当书州县，则抵地四官之常付，不可姑息而不加离政也。望与二三大臣及议行之。赵可建炎二年，初复超庞定铁钱，命诸路提刑司长之。绍兴二 PG 2836年，赵伟造劝庞者并依军法。五年三月，赵诸州勘和前灌收时，文族勘和前，即所谓超庞定铁钱也。初令诸州通判应卖田宅，弃止，自今民间征田，直白弃者勿用。时有一月，以调度不足，赵诸路州县出卖户铁，令民据田宅之数而输其职，继而以苛扰积缓，乃立价，凡房郭乡村出等户皆30千，乡村五等，房郭九等户皆1000，凡六等为闽广下户差减，其三月足书送行。在汉商及四分以上者听止。31年，先是诸州人户典卖田宅契税前所收科名七分利金，总制三分属系省，制是总领四川财富王之妄言，请从本所措置居收，以供军用。赵从之，凡价资以主及民间葬的，皆令投契纳税，一岁中得钱467万余引，而及边所捐八郡及卢魁等未输者19郡不与焉。干道五年，户部上书曾怀言，四川立县居前数百万民，务州邑的前30余万民，他陆田不加邑，赵百姓白弃，其三月自成，在其百日输税，通判居入总制账，输送及11万民者，之通推赏为其不守，及输钱为其者，许人告，论如律。淳熙六年，敕令所禁重，修淳熙法，有收州驴驼马契书之税，帝命删之，曰恐后世有算及舟车之言。建炎三年，张俊节至川陕，陈志以同主管川勤查马诏，开为随军转运使，总领四川财富，自属有西施亦立诸司矣，用便宜节三路上贡钱，川峡不卷之给陕西、河东、京西者。四年秋，遂禁起元丰以来诸路长平私房厂前元丰以来封庄者，四科积赏卷，是年初科33万匹，四边是宁吉坝。少兴十六年，简历魁3万匹，为东西川30万匹，至今不减。四麒麟卷孤前，即上三路冈野，遂30万匹。西川匹里11引，东川10引。自绍兴25年至庆元初，两川并减至6引。四不孤前，成都、重庆府、彭汉、琼州、永康六郡，自天盛。PG 2837间，
官以三百钱士布一匹，名胜便之，后不复与钱。致仕，宣抚司又令名匹书沽钱三引，遂七十余万匹，为钱二百余万引。庆元初，累减至一百三十余万引。次长平司积年本息，此息封以来所谓青苗钱者。建炎元年，遣驾部员外郎御汝吏扩得八百余万民，致仕，取以善军矣。赐对敌米，为如户当输税百十，则又苛敌百十，故谓之对敌。及他民色钱，如酒盐等，大抵于先朝常赋外，遂增钱二千六十八万民，而茶不欲焉。自是君楚稍冲，而蜀民始困矣。绍兴五年，郡召拜尚书右仆射，以袭意为四川安抚制治大使，召开为四川都转运使。亦颇轻用军其钱，开粟于朝，又数增钱引，而军既由不给。六年，以龙图阁直学士李代代开为都转运使。都官员外郎冯康国言，四川的侠名平祖宗时，朕税重者折科稍轻，朕税轻者折科稍重，二者平准，所以无偏重偏轻之患。百有余年，民甚安之。近年，曹总二司折更旧法，反复扭折，取数物多，致民企业逃移，望并罢之，一尊旧制。照如所请，令县臣察其不如法者。七年三月，待以善军钱粮令四路曹臣分任，而却察钱不用，蜀人不以为是。九月，郡罢，赵鼎为尚书左仆射。时有一月，以直秘阁张升主管四川茶马，待请辞。八年二月，命升级宣抚司参议官陈远由并兼四川转运副使，袭亦已忧去，枢密直学士胡适将代之。十月，鼎罢，秦桧独相。九年，何义臣迁书书密院侍楼赵宣谕陕西骸，以金四千两，银二十万两书机赏库，皆取诸蜀者。会无戒促，以是将为宣抚副使，以吏部尚书张涛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抚使。上谕抚臣曰：“涛可复以便宜。”如四川前日横敛，宜令简以书名。成都率行民事，自涛使。是将奏以宣抚司参议官景度兼四川转运副使。十一年正月，召开促自今人犯闪蜀开直馈饷者十年。PG 2838。军用无乏，一时赖之。其后继承吕毅于开京化无敢变更。然茶盐却孤麒麟卷不知真，自是为蜀之常富，虽屡经捐减而害不去，义者不能无咎开之作用焉。十月，镇刚中为川陕宣御史。十二年，是将卒，改宣抚史。十三年，刚中献黄金万两。十五年正月，刚中奏减成都路对敌米三之一。四月，沈四川都转运使，以其事归宣抚司。刚中巡以事武秦桧，于是至四川总领所前粮官，以太府少卿赵布弃为之。
又改命部弃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16年，刚中奏减两川米缴钱32万名，积赏券2万匹，免创增9,034,000名，以四川总制钱50万名充边费。17年，以户部员外郎服。行中总领四川宣抚司钱粮，赵刚中复行在，不弃全工部侍郎。知成都府李求全四川宣抚司事。先是，刚中奏，本司就驻备边岁入钱引581万5千道，如拨公岁计，即可对减增添，宽省民力。赵李求服。行中参酌减放，于是减四川科夫虚额钱岁285万名，两川不孤钱36万5千名，魁路盐钱76千名，房场河渡尽力抽灌税钱46千余名，又减两川米缴钱42万名。十宣抚司将赐库贮米100万石，乃命行中酌度对敌分数均减。18年，罢四川宣抚司，以求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太府少卿汪兆嗣总领四川财富军马钱粮。宣抚司将赐库钱除制置司取拨20万名，余令总领所助之。22年，总领所奏捐诸路欠绍兴17年以前折孤敌本等钱129万余名，米98,700余石，零券14,000余匹。先是自讲和后，遂减钱462万名，有其朝廷有以为重。24年，遣户部员外郎钟世民同四川制总两司错置域名。25年，以服行中等言减两川眷孤钱28万名，同川府秋税缴钱4万名，利禄科湖缴钱12万名，两川米缴钱40万名，盐酒重额前期PG 283914万名，积赏券9,000余匹，合160余万名，捐州县绍兴。19年至23年，折孤敌本等拨欠292万名。是时，朝廷虽捐民旧拨，而服行中都则由郡属人怨之。于是以萧正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行中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公。26年，上以署名九困公义，诏制置萧正总领汤允公主管查马李健，成都转运判官许颖，同川转运判官王之望错置宽恤。于是之望奏减四川上贡之半。27年，用萧正等言减三川对敌米169,000余石，魁路积赏券5万匹，两川眷孤钱28万名，有其同川成都麒麟折薄匹1,000，又减韩求所增茶额462万余斤，茶司尹袭虚额钱岁95万余名。初，利州旧宣抚司有积民200万，守折密县之朝下制置司取拨。正曰：“此所以备水旱军旅也，一旦有急，又将取诸民乎？请留其办。”是岁正卒，李文惠代之。28年，文惠卒，中书舍人王刚中代之。29年，捐四川折孤敌本积欠钱
340万名。干道二年，捐其欠白税契钱37万余名。三年，捐川秦察马两司。绍兴19年至32年，州县清用及民积欠66万4900余名。四年，又召四川诸州欠。绍兴31年至隆兴二年，詹军诸科名钱物计退包亏分之数及漏抵折欠等钱，并捐之。捐成都人户李运对抵米缴钱35万名。淳熙16年，诏四川遂发湖广总领所纲运135万6000余贯，自明年始与免三年。当亦对减盐酒之额，制置总领同诸路转运，提行司条上。其湖广遂记朝廷当自己之。绍熙三年，捐同川府去年被水州县租税，资浦荣叙州府瞬间凡下书亦如之。寻又诏本路汉商州县租税，官为代书，即名以书者西里今年之数。四年，捐绍熙三年成都同川PG 2840两路麒麟卷孤钱引47万1450余道，同川府积赏卷16万6975匹。又诏四川州县盐酒客额自明年更放三年。嘉定七年，再捐四川州县盐酒客额三年，其和书湖广总领所纲运亦免三年。十一年，捐天水军今年租役岔科西河周捐十之七，陈州捐十之六，江丽河池两县各捐十之五，以金兵也。 PG 2841至第128时获上三不薄和敌漕运，不薄宋城前代之制，调卷筹卷布丝棉以供军需，又就所产折科和事，其先例之物则在今有林景苑西今真定清义子州长院主之景起鹿胎透背江宁府润州有之罗物子州有林起场亳州市咒沙大名府之咒湖清其运蒲资为宜密登来恒永泉州市平师东京却货物遂入中平罗小林各万匹以供服用及岁时赐予诸州折科和事皆无常数为内库所需则有私下其数公足。自周显德中受公司之造并须服广二尺五分民所书卷匹重十二两书薄短狭涂粉入药者尽之河北诸州均重十两各长42尺。宋因其旧开宝三年令天下诸州凡丝棉绸卷麻布等物所在约之二年之用不得广科市以繁民初彭州请以租私配民之零给其公职太祖不许太宗太平兴国中停湖州之灵物女工58人悉纵之赵川峡市买场织造院自今非公军部薄其景起鹿胎透背六珠七镇龟壳等断匹不须买知民间有知卖者勿进马元芳为三司判官谏言方春伐绝食欲给库钱代名至下秋令书卷于官
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世恒又言，本路遂给诸军帛七十万，民间罕有。明前常遇甲于豪民，初被称之袭，至其则叔父之外，先尝不。PG 2842。欠以示攻击之力越薄，请欲给帛钱，彼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赵攸与其侄自是诸路亦如之，或残事不登，许以大小麦折纳，人免仓号及头子钱。天圣中，赵简两属岁书锦起露胎透背七正之半，把作菱花纱。明道中，又简两属岁书锦起绫罗透背花纱三之二，命改之筹卷以助军。锦又出，遂召罢书锦背绣背，遍地蜜花透背段，自掖庭以及驴巷皆禁用。其后遂折增一子路红锦露胎，庆历四年复减半，继而又减子路岁书卷三之一，红锦露胎半之。先是咸平初，广南西路转运使陈尧叟言，准召客植桑枣，领外围产苎麻，许令折数，人听之不复官场。博士匹为钱百五十至二百。至是三司请以不常除职，登来端部为钱千三百六十。一部千一百，仁宗已取职过后，命差减其数。自西岸用兵，军需筹卷，多出一子，立三路，遂增所输之数，兵罢，其费乃减。嘉佑三年，使赵宽三路所输数，至平中，遂支十五万五千五百余匹。神宗即位，京师米有余绪，命发运司损和敌数五十万石。是金帛上金，楚之却货物，被三路军需。京东转运司请以前三十万二千二百贯给戴于民，令次年书卷匹为前千，随下税出县都之。赵运其前于河北，听商人入中。熙宁三年，御史陈浩言，京东转运司和买筹卷增数亿配率千钱客卷一匹，其后和买并税卷匹皆输钱千五百。时王广渊为转运使，为和买如旧无易配，浩言其迎合朝廷意。王安石为广渊在京东尽力以赴事功，不疑罪以迎合，乃诏所给内躺别额筹卷钱五十万名，收其本储之北京，袭归之内躺。又正言李常一言，广渊以陈汝西所进献于钱五十万名，随何买卷钱分配于常税折科放买外，更取二十五万名，请以号言付。PG 2843。有司定州安抚司又言，转运司配筹卷棉不于州镇军债等房郭户，一钱数多，其悯其灾伤，又居疾边，特捐损之。赵提行司别孤，民不愿事，令官自卖，以给而易配者正之。自王安石秉政，专以取袭为复国之务，故当时严厉小人如王广渊，被假和买筹卷之名，配以钱而取其五分之袭，其客又甚于清苗。然安石又广渊号常言促不行。二月，赵移巴蜀县财，
是部伯处于陕西以北边，省署人输送集中都曹绾之费。七年，两浙查访省扩延，本路遂上贡帛98万，民苦备尝，而发运司复以一用财货为名，增欲买绸绢12万兆，罢其所增之数。八年，韩琦奏以革欲买绸绢等，虽稍丰忍，由当57岁代书。安史以为不然，言于神宗曰：“欲买绸绢，祖宗以来未尝以革，往岁礼记有请，应从之。”晋方镇监司真以宽恤为事，不计有无，翌日国用阙，当复刻包于民耳。元丰以来，诸路欲买绸绢，许假封庄前或房场前，少者数万名，多者至数10万名。其假提举司宽甚前者，又或令以绢帛入长平库，四转运司以价钱易取。三年，京东转运司请增欲买数30万，即本路1亿，从之。四年，遣李元甫便运川陕四路司农务伯中书言，务伯至陕西，则沈样不合者贸易敌粮储于边，其以1年毕。五年，户部上其数凡816万1780匹粮，346万2000名有其。绍慎元年，两浙私残薄收，和买并税筹券，令四等下户书钱，一左躺筹券，又令转运司以所书钱事经营，欲蚕丝多，兼是纱罗筹券上贡。元符元年，雄州却场书部不如样，兼司通判贬制，斩磨刊年有差，令损其职，后似此者勿受。尚书沈言民多愿请欲买钱，一事遂力增给，来岁是筹卷计刚赴京，左司员外郎陈冠言欲买之席，重于长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创增，虽明计罚，实具敛之数。PG 2844。提点京东行御丞唐一言：京东河北灾民刘未富，今转运司东西路遂额无虑200万匹粮，又于例外增买，请罢之。乃诏诸路提举司务更给钱，四残卖多，选官至场崇宁中，诸路欲买，令所产州县乡民及城郭户，并准资历高下差等均给川陕路取元丰数最多1年为额，就不给者如故。江西和买筹券遂50万匹，就以前严三七分欲给，自严超法行不复给严，令转运司竟给以前，而促无有，逮经5年，寻以为常，民众伤困。大观初，赵甲本路诸司封庄前及林路所长封庄严各10万名给之。其后提举长平张根复言：本路何买，未尝给钱，请尽给1岁。残言许转运司一运或民户至场自请。而江西十郡何买数多，法一匹给盐20斤，比钱900，遂欲于12月前给之。转运司的盐不足，更下发运司会稽岁所付给偿。尚书沈言大官库物帛不足，令两浙、京东、淮南、江东西、成都、梓州、福建路市罗、林、沙1000至3万匹各有差。二年，
又令京东、淮南两浙市绢帛五万及三万匹，并输大关库，有四川各二万，输元丰库。江东喜如四川之数，输崇宁库。而州县合买，有一言一席折钱六千，令明至其书筹卷六匹，又前其督促至多讨喜，照地加其罪。房郭户欲买有加至四五百匹。新人府万言寺户业前十四万二千名，岁均千余匹，乃令减半军之。两浙合买并税筹卷不薄，投子钱外，又收市利钱四十利外，约增数万名，以分给人力。郑和初，赵霸市利钱诸路筹卷不薄，比价高数倍，而给直由用旧法，言者请稍增之，度之以元。封立定，举义不行，令如其给散而已。江东合买，必如江西比而才给二百，转运司又以重十三两为责，不及则准司价不纳。以前两准二百有余。宣和三年，赵提行司黎政以闻先是成都河北欲买，官户许减半。四年，令旧常全科者如旧，即 PG 2845。又以两浙多官户，令欲买通夫。七年冬，交四河北、京东河买科取物帛丝棉等数并免，以供奉物给将，其所捐贷几数百万。初，欲买筹卷物优质以利民，然犹未免凡民，后或令民折输钱，或物重而价轻，民力尽困，其中也官不给职而复取亦甚矣。十二月，诏令转运司各会一路之数，分下州县精化，不以钱以他物，不以正月以他月给者，并论以为治。然有司先能成顺焉。晋康元年，命转运司以长平钱前一季预备，如正月知其给之，无待以他物而损其数。京东州县务以千一户旧数科这业人，人先除其数，四流民归业军夫，余路亦如之。建炎三年春，高宗初至杭州，朱慎非为相，两浙转运副使。王从言本路上贡合买下税筹卷，遂为匹117万7800，每匹折输钱2000以助用。赵许之东南折薄钱字。此时五月，赵每岁欲买棉卷，令登时给其职。又赵江浙河欲买卷减四分之一人给见钱，违者治之法。绍兴元年，初复鼎州合买折薄钱六万名，以善蔡兵，以两浙下税及合买筹卷一百六十余万匹，办领输钱匹2000。二年，以诸路上贡司薄并办折钱如两浙利、江、淮、闽、广、京湖折薄钱，自此始。十江浙湖北回路岁额筹39万匹，江南、川、广、湖南两浙卷273万匹，东川、湖南绫罗施7万匹，西川、广、西部77万匹，成都仅起1800余匹，皆有其。三年三月，以两浙合买物帛下户兼余的钱，听以七分输正色，三分折见明。初，洪州合买
八分书正色，二分折省钱，匹三千。四年，率臣胡适将请以三分匹折六千省。又言卷职勇贵，请匹增为五千匹，户部定为六千匹。殿中侍御史张志远言，江西残破之余，何欲买卷请折书钱，朝廷从之，是欲少宽民。立匹书钱五千省，比旧职已增其半，较之两浙时值，匹多一。PG 2846千五百。户部又令折六贯文族，是欲臣民之疾而备其敛也。五不常贵，则卷有时而易办，钱额既定，则价无时而可减。余是照江西和买卷匹折书钱六十省，愿书正色者听。是冬出令江浙名户西书折薄钱，当世时行都月费钱百余万名，重以增数之费，令民书酬者全折，书卷者半折，匹五千二百省折薄钱由此越重。九年正月，赴河南，减折薄钱匹一千，为己又增之。十七年，减折薄钱，江南匹为六千，两浙七千，河买六千五百，棉江南两为三百，两浙四百。二十年，赵广西折布钱因张俊增至两倍以上，今减作一贯文折书。二十九年，中书省奏将这四路所起折薄钱的李遥远宜就近处之。赵除徽、楚广德就折清货，余州当折银者书钱，愿书银者听，这悉提行司三总领所主之。先是将这路折薄钱遂为钱五百七十三万余名，并书行都致仕，使外储之以备军用。干道四年，减两浙；干道五年下税，和买折薄钱之半。六年，知徽州夹生清代还奏州自五代时讨雅守郡，望增名富，至今二百余年，比邻近诸县之税独重数倍，而杂钱之税苛折尤重，请赐捐免。九年，赵徽州额外创科杂钱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余名，及原任江东两浙运司诸处卷一万六千六百余匹，并捐之。绍熙五年，赵两浙江东习和买筹卷折薄钱太重，可自来年匹减钱一贯五百文，三年后别听旨，所减之钱令内藏封装两库拨骸。庆元元年，户部侍郎袁说有言临安余杭二县和买科取之，必起将余杭县今借袁科之额配以卷数，不分等则以二十四贯定夫一匹，滚科而下，足额而止，捐其余以惠末产之民。如此则利不得而治民，民无资于鬼户，就必之良策也。说有 PG 2847。又奏贯头军科之法行，则县亦无由多取，相思摩索走弄，而鬼邪者不能以幸免，是以奸民顽利利为议论以摇之。诏令即议。二年，吏部尚书叶柱等亦请如帅曹所奏推行之，诏可。建炎元年，知越州狄汝文奏浙东河域买卷遂九十七万六千匹，
而月乃605,000匹，以一路计之，当时之三望江。三等以上户减半，四等以下户全罢。寻以行之和买卷编种，均12,000匹于两者。干道九年，秘书郎赵翠忠言两者合买，莫重于绍兴，而会稽为最重。原田薄税重，鬼名隐迹，多分子。虎自今界后至干道五年，累经推牌，减落物力，走失越重，名利困竭。若据母君书，可绝鬼户之弊。淳熙八年，赵两淮曹臣吴居与帅臣张子言错置子言等言，世家豪名分析版籍，以自托于下户，是不可不议。然必必有缘，未如浙东七州和买凡281,730有八，温州本无科额，何台名渠处物之数不满13万，而绍兴一郡独当146,930有八，则是以一郡是五郡之殊，而又赢10,000有其此重额之弊也。又如令牛物力，以其有资民用，不忍苛配酒房盐亭户，以其常乘官客，难令在夫至于滩江落海之田，坏的飘眉僧道四官之产，或奉诏捐免，而审额未除，不免因配名户，此案科之弊也。二弊相承，民不堪命，于是规避之心生，而鬼户之唤起。就立物力38,500为第四等，降一文以下即为第五等，为鬼户者至于规避，往往只就20-30贯之间立为征基。今若自有产有丁系征五等，依旧不科，其有产无丁之户，将使管田产前15贯以上并科合买，其15贯以下则存而不敷，数积为五等不可逃，征五等不受困。于是赵绍兴府攒公田园，诸四官沿祥庄并租牛耕牛和捐和买，并于审额除之。房厂沿亭户建夫和买物力，及滩江田放生池和减租税物力，并何时取之 PG 2848。11年，陈辽沿两浙江东西四路和买不均之弊，送户部给舍等官详议。郑丙、邱崇义、母头军科之说至公至平，赵师行之。16年，知绍兴府王熙吕言均夫和买，囊者及于籍是不暇何时，一切以为鬼户而科之。于是物力自100文以上皆不免于合买，平民始不胜其困。起将创科合买25,700匹有，其进放则民备实惠矣。于是赵下户合买25,000余匹助催一年，又减原额44,000匹有其，均夫一节，令知绍兴府红麦从常施行。绍熙元年，麦定其法上之，赵依所措置推行，于是绍兴平民下户稍宽矣。何敌宋岁曹以广军楚，时经矣。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及内郡，又自敌买，以袭边民非晚之劳，其民不依。见龙初，河北连岁大忍，命使至场增驾试敌，自是虑以为常。咸平中，常出内府陵，
罗锦起计殖民前百八十万，银三十万两，赴河北转运使狄素十鞭。继而诏凡边州击鼓可给三岁则止。打钟祥福出三路岁封，人令增敌广叙弥县长数。后又时出内库民钱，或数十万，或百万，别遣官金化士敌中等户以下免之。初，河东稷下减其租赋，有司言其地卧民情颇多积谷，请每岁何事随常复书送，其职多折色给之。今东西陕西河北却兵时，州县阔民家所积粮食之，为之推至取上户板籍，着所书租而均敌之，为之对敌，皆非常制。临抚州已转想道远，遣常参观旧制场和敌。河北又募商人书除宿于边，以要劝取盐及民钱香药宝货于京师或东南州军，陕西则受盐余两持，谓之入中。陕西敌谷，又遂欲给青苗钱，天圣以来罢不复给，然发内藏金帛以助敌者，前后不可胜数。宝元中出内库诸殖民钱三十万，赴三司受之，取其职以助边费。欧阳修奉使河东还言，河东进并边地不许人耕，而私敌北界粟麦为 PG 2849。兵处最为大患，遂召可兰火山军咸田并边壕十里外者听人耕，然竟无一边备，遂敌如故，大抵入中立后而商贾屈之罢。三路入中，昔以见前和敌，县官之费审矣。熙宁五年，诏以银券各二十万赐河东经略安抚司听人奢买收本席封庄备编，自是三路封庄所给甚广，或取之三司，或取之是义务，或取之他路转运司，或赐长平钱，或玉爵给度牒，而出内藏钱帛不与焉。七年，以明州入中者寡，令三司据东南及西延超法经九通行李，并以文知西周王韶建议依言编和敌利，以一分见明。九分西超别约价募入中者，凡边不入中有阙，则多出金钞，或饶益诱之，以书用度。是岁，河东并边大人诏都转运使李师忠与刘祥广敌，积五年之序，复命府陈毅更与陕西并赛除粮之法，令转运司增旧敌三分，以所敌亏欠为赏罚，人潜力暗示。而陕西和敌或以钱茶银筹卷敌于弓箭手。八年，河东查访使李成之言，太原路二税外有河敌粮草，官虽量与钱布，而所得细为明模所计，欲遂凶不捐，遂为必法。继而知太原韩将复请河敌于袁术省三分，罢之前不起精选才臣，讲求利害。赵伟成安石元丰元年，安石奏和东十三州一税，以实计凡三十九万二千有余，而河敌数八十三万四千有余，所以遂凶人疏者，以税轻均除不可却故也。九之前不相伴，数计其邻
以超贸易，略不收办，公价实费。百姓乃得虚名。欲自今罢之敌前，遂以其前令并编州郡和世封庄，即遂灾以田所捐数，年丰则三岁一免其书。朝廷以为然，使赵和东遂给和敌前八万余名并罢，以其前赴曹司如安石矣。因用安石为和东转运使。其后经略使吕惠卿复请别议立法，除河外三州里为边郡以免，于十一州可盖军敌。下有私意，已遂。和敌见数十分之，裁其二，用八分为额，随户色高下裁定。五 PG2850。更给钱，遂灾同秋税捐放，以转运私印给钱补之，灾不及五分。听以久立之疑，遂亦和敌之名为驻军粮草。元丰四年，以度支副使检州府监错置河北敌变司。明年，赵以开封府界，诸路却而进军及淮、浙、福建等路甚严袭前，并书敌变司为本，令营、定、产等州各置仓，凡封庄、三司无。官狱伪州府专其任，司农四事役、淤田、水利等司所计置封庄粮草并归之。六年，赵提点河北西路王子渊兼同错置魏己守赵州府，今河朔封城，以广收敌。是岁，大明东西计甚耳。仓定州掩击，保营二仓与营之州仓皆成。州府召拜户部侍郎，以左司郎中吴庸代之。明年，庸沿河北仓岭皆充实，建储粮料，总迁176万石。赵赐同错置王子渊三品服。宣和中罢，即内和敌。自西宁以来，和敌入中之外，又有座仓搏敌、截敌、对敌、标敌、忌敌、扩敌、劝敌、军敌等名，其曰座仓西宁。二年，令诸军于粮院敌入关者，计价之前，复储其米于仓。王归奏曰：外郡用钱四十可置豆米于京师，今京师乏钱，反用钱百座仓敌豆米，此即非计。司马光曰：座仓之法，盖因小郡乏米而库有余钱，故反旧军人敌米以给次月之粮，出于一时即计耳。今京师有七年之储，而府库无钱，更敌军人之米，使积久成府，其为利害非臣所知。吕惠卿曰：今座仓的米百万石，则减东南岁曹百万石，转意为钱以供京师，何患无钱？光曰：臣闻江淮之南民间乏钱，谓之钱荒，而土已经到，彼人食之不尽。若官不敌取以供京师，则磨所发泄，必甚见伤农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无钱而官必使之出钱，岂通财利民之道乎？不从。明年，又虑元驾见神龙卫及诸司美使等地增钱收敌，仍听行于河北、河东、陕西诸路。元符以后，有低价一敌之弊，赵禁止之。PG2851。其曰伯敌，西宁七年，赵河北转运，提举司至场，以长平。
及沈仓岁用余粮，减值听民以丝、棉、绫，卷增价帛买。四秋，陈伯迪。崇宁五年，又召陕西前重务卿委转运司错置以银卷丝绸之类薄敌胡豆以平物价。其曰结敌。西宁八年，刘左体谅穿察，因便结敌西河陆军楚的70,000余石，召运给燕。未几，商人王振言结敌多散关，或浮浪之人有今年方书者，赵错至西河才用孙炯纠治以闻。炯奏总管王军万富西和两川结敌前146,300余名，银300余两，乃遣蔡确持往本路合之，军万级高尊玉皆作借结敌，违法事义，将处有差。崇宁初，蔡经行于陕西，尽扩民财以充蜀。五年，以新变蒋修确镇，罢陕西、河东结敌，对敌。其曰骠敌。西宁八年，令中书记运米100,000石，费约37,000名，地怪其多。王安石因言骠敌非特省60,000-70,000名，遂曹之费，且河北入中之价全之在我，欲斗胡贵助敌，及百姓米无所跳，自然价损，非为时边，亦免伤农力。乃赵遂以莫言前超在京金米60,000贯时，复都提举事一丝贸易，杜明田入多寡，欲给钱物。秋成于禅州、北京及原边入米卖素封装，及五价勇全直入中，听敌便思对用，须遂封补偿。绍圣三年，吕大忠之言，召农民相保，欲代官钱之办，巡税县催科于前置。夏秋用实价随所书贴纳。崇宁中，蔡经令房郭、乡村乙等地给钱四收，以实价入粟。边郡弓箭手、清堂藩部皆然用骠多寡为官吏赏罚。其曰对敌。西宁九年，召淮南长平司于麦熟州郡及时对敌。元佑二年，常以麦熟下诸路广敌，召后价若与本相当，即许便转对敌。其曰祭敌。元丰二年，敌变粮草王子渊论刚州利害，因言商人入中，遂小不登，必邀后驾，故设内郡祭敌之法，以权 PG 2852。清重七年，召河北营定二州所敌数以巨万，而散于诸郡祭敌，恐缓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运。李南公、王子渊俱言祭敌法行已久，且进都仓缓急运至非难，于是祭敌猝不罢。其曰扩敌。元符元年，金元经略使张杰请并边敌买玉榜玉名，吴的与公家征敌，及官楚有之，扩所银粮之家量存其所用，进敌入关。其曰劝敌。军敌正和元年，同冠宣府陕西一行之陆延经略使前吉言劝敌非可以久行，军敌先入其胡豆，乃给其职与有胡豆之家未有害也。房郭之人素无胡豆，必须外敌转有繁费，书奏作贬。时又召河北、河东访陕西军敌，知定
周王汉之作举格夺职罢。未几，遂立军敌法。三年，以遂忍。诸路推行军敌。五年，言者谓军敌法言，然以敌而不长其职，或不度州县之力，夫数过多，有一户而敌数百十者，乃召诸路无辙军敌。继而州县以和敌为名，低裁其价，转运司城。都越郡柯律备于军敌，诏曰止之。宣和三年，方腊平两者亦量官户轻重军敌。明年，今湖南北军敌以家业为差，犬敌之法，其后晋级于新边，善扩州，积食军番不患之。自西宁以来，王韶开西河，张敦迎西洞，沈起刘仪起交，止之系韩存宝、林广琼起地之意，费用科调一番。陕西宿兵既多，元丰四年，六路大举西讨，军费最甚于他路。帝先虑科亦扰民，令召谢连问，颇得其事。又以粮饷粗恶，欲谢斩河东。今元曹臣以利其余，促以失心意重，先客半给。又李继为禄，言曹臣都运，诏许斩之州以下伐军心者，民苦折运，多散走，所杀至数千人，盗币者不在焉。于是文彦博奏言，官陕人户昨今调发，不遗余力，死亡之余，疲债已甚，为今之计震荡，劳来将士，安抚百姓，全其疮痍，使得苏袭。明年，忧赵家。PG 2853。答：初，西施无功，义者虑朝廷再举，自是帝大感悟，深斥。边臣故进袭兵，关中已苏。哲宗即位，诸老大臣维持出阵，义务随进，边郡类无调发。帝领诸路广敌以备蓄积，即召陕西、临抚州计五岁之粮而已。少慎初，乃召河北镇定营州敌十年之储，余州七年。其后，陕西诸路又连遂兴师，即进驻善、黄等州，费资粮不可胜计。元符二年，金元经略使张杰谏曰：福建兴师以来，陕西府库仓廪储蓄，内外一空，前后资袋内藏金帛，不知其几千万数。及今所在粮草尽乏，曹臣既无所出，闻已指空而已。今者朕修兵习民，清心审视之时，为深察臣言，裁决私事。若更寻主议大臣，切恐专务兴师，尚勿甚听。主议大臣指张敦也。时内藏空乏，陕西诸路以军赏银卷数寡，请给于内藏库，诏以卷五十万匹与之。帝谓近臣曰：内库卷财百万，已绰其半矣。蔡京用事，复务拓土，劝徽宗招纳清堂，用王后金制费钱亿万，用大兵凡在，使克之。而黄州戍兵遂费钱1249000余名。五年，西河蓝黄运使洪忠福言：本道青稞亩收五十，力当大麦之三。一时人粮给金米，马料给青稞，绿皆八折，不为人马之食自足，而价亦相当。今边臣不足事情，金米青稞与糙米，
大麦一粒抵豆给散，即公有一分之号，私有一分之银。会计一路遂废胡豆180万，杂色50万外，青稞130万，抵豆遂废26万石，石30名，计780万。地律其米人粗，将士或有饥色，乃命九折。明年复令计豆给散，尽罢九折。又于陕西建四都仓，平下臣曰玉才，镇荣军曰玉国，通辖寨曰玉明，西安州曰玉边。自下人叛命，诸路皆谋进驻陕，以西保甲皆运粮。后童贯又自将兵驻境下，至荣福羌等城穷讨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溃饷空乏，路严滞，不能知旬月。时边城真务开边魁峡岭南不毛之地草创。PG 2854。郡邑调取于民，废出于县官，不可胜计。最后有燕山之役，熊霸等州仓领皆竭，兵士激愤，有执瓦石及守二任将官者。燕山郭药师所将长胜一军，寄口给钱领，月费米30万石，钱100万名。河北之名利不能给，于是免夫之一心。初，黄河遂调夫修筑扫岸，其不及意者书免夫钱。西风兼淮南科黄河夫，夫钱10千，富户有及60夫者，留意盖长论之。及元佑中、吕大房等主回合之意，利益既大，应配夫出钱。大观中，修华州于池扫，使禁令书钱。帝为是一急而民不烦，乃召凡河堤河钓春夫，禁书免夫之职，定为永法。即是王府建议，乃下诏曰：大兵之后，非假诸路名利，其克有计。欲民国事所当竭力，天下并书免夫钱，夫20千，淮、浙、江、湖、岭属夫30千，凡得1700余万名。河北群盗因事大起，南渡三边溃饷，敌势所不容矣。绍兴间于江、浙、湖南薄敌，多者给官告，少者给度牒，或以钞引，累多不受，而立元为奸，人情大扰。于是减其价以诱饥粟之家，初不居于官边之户。凡将经营钱帛而州县阻截不及海者，官吏并徒2年。广东转运判官周刚抵米15万石，无扰及吴城府，府州守陈留汝意饷兵不溃，即劝右镇跳琉璃，皆转一官。7年，以饶州之。敌时取号四斗，罪其郡守。自是和敌者，既甚苛罪。13年，今胡遂忍米斗6-7钱，乃就敌以宽江浙之名。18年，免和敌，命三总领所至场敌之。就至两浙江胡遂当发米469万斛，两浙150万，江东93万，江西126万，湖南65万，湖北35万。至是欠100万斛有其，乃召临安、平江府及淮东西、湖广三祭司，遂抵米120万斛。淮西16万5千，湖广、
淮东皆十五万。二十八年，除二浙以三十五万斛折钱，诸鹿冈米及敌场税收四百五十二万斛。二十 ，PG 两千八百五十五。九年，敌二百三十万石已被赈贷，石匠钱两千，以官子茶饮及银充其数。孝宗干道三年秋，江浙淮闽因雨，赵州县以本钱作仓收敌，无强配于民。四年，敌本结会子及钱银，十钱二贯五百文。淳熙三年，赵广西运司，敌钱以岁封欠事职高下增减给之。宝庆三年，监察御史汪纲忠言和敌之弊，其来非一日，以欲得其要而革之，非进科议不可。夫进科议，莫如增米价。此以事而有验者，望斥所思奉行，有旨从之。绍定元年，西营会度牒于湖广总所，令和敌米七十万石饷军。五年，陈辽言若将民间和书名钱使书胡豆，免令箭跳书钱，在农人亦甚有利，此广敌之良法也，从之。开庆元年，沿江至治司招敌米五十万石，湖南安抚司敌米五十万石，两浙转运司五十万石，淮浙发运司二百万石，江东提举司三十万石，江西转运司五十万石，湖南转运司二十万石，太平州一十万石，淮安州三十万石，高邮军五十万石，连水军一十万石，泸州一十万石，并适时以一色会子发下收敌，以供军饷。咸淳六年，都审言咸淳五年和敌米，除浙西永远驻敌，及四川治司旧敌二十万石装充军饷外，今湖治司、湖南、江西、广西共敌一百四十八万石，凡欲和敌年分皆然。漕运送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运，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而汴河所漕为多。太祖起兵坚有天下，陈唐继五代藩镇之祸，蓄兵京师，以陈强干弱之之势，故于兵实为重。建隆以来，守郡三河，令自京诸州岁受税租及管榷货利，上贡物帛，西关给舟车，输送京师，无一民防农。开宝五年，绿变蔡两河公司船运江淮米数十万石以给兵食，是时京师岁费有限，漕市上减。至太平兴国初，两浙蓟县的岁 PG 两千八百五十六，运米四百万石。所在故名宛州，立病院为监，运州或负载钱帛杂物输京师，又回冈转输外州，主藏利给纳妖制，于是善贸易，官务者有之。八年，乃择干强之臣，在京分掌水陆路发运事。凡一冈计其舟车一人之职，己付主冈立固木，舟车到发，财货出纳，并官报而催督之，自是调发腰制之弊。岁革初，京湖江浙淮南诸州，则不明高资者不送上贡物，民多直鲁，不能检御州人，州人倾倒官物，民破产不能偿，乃赵牙吏不送，
勿复扰民。大通兼书帖上方铸兵器，锻炼用之。食材的四五，广南贡藤，去其粗者，今仅得三两。遂令铁臼也。郎翠制之，藤取堪用者，无使负重致远，以劳民力。汴河晚舟，卒多激动。太宗令中黄门求得白许人，褴褛枯竭，寻其故，乃主粮吏律取其口食。帝怒，捕居得食，断万训和尚三日而后斩之。押运者帐配商州。雍熙四年，并水陆路发运为一司。主纲立促盗用官物，即用水土杂糅官米，故毁败舟船至审逆者，弃是目告者后赏之。山河平和时因贪弃风水所败，以收旧分。树岔定其罪。端拱元年，罢京城水陆发运，以其事分立排案司及下谢司。先是四河所运未有定制，太平兴国六年，汴河遂运江淮米三百万石，输一百万石，黄河粟五十万石，输三十万石，惠民河粟四十万石，输二十万石，广济河粟十二万石，凡五百五十万石。非水旱捐放民租，未尝不及其数。至道初，汴河运米五百八十万石，大中祥符出至七百万石。江南淮南两浙金湖路租敌于真杨楚四州至仓受纳，分调舟船速流入沛，以达京师，至发运使领之。株洲钱帛杂物军器上贡亦如之。陕西株洲输粟自黄河三门沿流入沛，以达京师，亦至发运司领之。粟帛自广济河而至京师者，京东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师者，陈尹许蔡光寿六州，皆有金朝官廷成都之。河北魏州东北有御河。 PG2857 达甘宁军其运物一亭城主之。广南经营香药西向百货，陆运至前州而后水运，川益株洲金箔集租，市之部自建门列船至，分捻负担至加州，水连达京南，自京南遣钢力运送京师。咸平中定岁运六十六万匹，分为石钢。天禧末，水陆运上贡金箔明前二十三万一千余贯，两端匹珠宝香药二十七万五千余斤。株洲遂造运船，至到末三千二百三十七艘，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先是株河漕数遂九亿增，景德四年定汴河遂额六百万石。天圣四年，金湖江淮州县河堤上贡小明确实，自五年后全减五十万石。庆历中又减广济河二十万石。后黄河遂漕一减号，才运输三十万石，遂创漕船市财木一牙钱，劳费甚广。嘉佑四年，八所运输减漕船三百艘，自是遂漕三河而已。江湖上贡米，就转运使以本陆刚书真楚四州转班仓载盐已归，周还其郡，促还其家。汴州亦转班仓运米书京师。
遂辄运者死。河东河，周簇亦还营，至春复集，名曰放洞。簇的翻修，逃亡者少，便船不涉江路，无风波沈溺之患。后发运使权益重，六路上贡米团刚发船，不复为本路，独专其任。文一笨病，视目反火，不能检查。操舟者求朱力的义父饶俊士，见茂贵以驱京师，自是江便知舟混转无变，晚舟促有终，身不还其家，老死何路者，极多空名，曹氏大毕。黄佑忠发运使许元奏，尽遂诸路因循，梁刚法坏，遂令便刚至东出江，为他路转曹，兵不得袭，以斥诸路增船载米书转班仓冲，遂既如故事。于是谋利者多以元说为然，照如元奏。久之，诸路刚不及。嘉佑三年，下诏切则有司以革诏部行，即发运使不能总纲条，转运使不能握岁入御赤江淮两浙转运司，其已积年，各造船不促，团本路纲自嘉佑五年便船不得复出江，至其诸路船油不足，便船既不至江外，江 PG 2858外船不得至京师，失商贩之力，而便船工促气东作时，很苦不足，皆到毁船材，一钱自己船越坏而曹额越不及矣。论者出欲曹促的归袭，而竟遂便船多拥丁夫，每船促不过一二人，至东当留守船，实无的归袭者。时元八已久，后至者数奏请出便船，执政不许。至平三年，使诏出便船七十纲，未几皆出江复故。至平二年，曹素至京师，便合575500石，惠民合267000石，广济合74000石。又曹金伯明潜入左藏内藏库者，总其数1173万，而诸路转移相给者不遇焉。昼京西、陕西、河东运星探至京师，新已经计1713万，探已称计100万。是岁，诸路创曹船2540艘。至平四年，京师金米之五岁余。是时，漕运力促，上下共为清。道贸易，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官务限折，遂不减200000斛。熙宁二年，薛相为江淮等路发运使，使木客舟与关舟分运，互相检查，旧弊乃去。遂曹常数既足，木商舟运至京师者又216000余石而未已，请充明年岁计之数。三司使吴充言，宜自明年减江淮曹米200万石，令发运司一清货200万名，计五年所得，无虑明前千万，转处三路平敌被边。王安石谓骤变米200万石，米必斗贱，骤至清或200万贯，或必斗贵，当令发运司度米贵州郡，折钱变为清或处之河东、陕西要变州军，用长平法跳敌为变。赵如安十亿七年，
今东路查访邓润甫等言，山东沿海州郡地广，风碎则古建，牧人为海运，山东之粟可转之河朔，以助军食。赵京东河北路转运思相渡，猝不果行。是岁将淮上共谷，至京师者三分不及一，令都发运使张协及半来岁曹纪。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言，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立漕运而善师旅。国初郡河渠三道已通漕运。PG 2859。历上贡平额汴河600万石，广济河62万石，惠民河60万石。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卫士等县军粮，为汴河运米麦，乃太仓蓄积之时。竟罢广济河，而惠民河湖豆不入太仓，大众所赖者汴河。义者屡作改更，必至汴河日失其旧。十二月，赵郡广济河增至漕州，其后河城遂漕京东谷60万石。东南诸路上贡杂物旧陆运者，增州水运，压汴河江南。金湖冈运七分差三班使臣，三分军大将殿试，又令征楚四州各造浅底舟百艘，分为石冈入汴。元丰五年，罢广济河碾运司及京北排岸司，移上贡物于淮杨济至入汴，以清河碾运司为名。御史沿广济安流而上，与清河溯流入汴，远近显异不同。赵转运提典型欲比较厉害，以文江淮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都水兼程程右府开龟山运河漕运往来，免封涛百年审逆之患。赵各迁两官，于官检年寻资有差。八年，罢岁运百万石赴西京。先是道落入汴，运东南溯，石落下，致仕户部奏罢之。是年，历汴河粮纲赏罚，遂中检查。绍圣二年，置汴纲，通作200纲。在部进纳官权势不忠者，驻押上贡粮湖，不用衙钱，土人均将为己，父母土人压诸陆纲如故。政和七年，立东南六路州军知州，通判庄发上贡粮湖任满，赏格自一万石至四十万石，升名次减年有差。张根为江南西路转运副使，遂漕米120万石给中都江南州郡僻远，官吏兼于都去，跟长存30万石为转运之本，以宽诸郡，时甚称之。宣和二年，赵六路米麦纲运依法募官，先募未到部小使臣，即非犯捕受校尉以上尉许参部人，并进纳人管押。淮南以五运两浙及江东二千里内以四运，江东两千里外及江西三运，湖南北二运，各欠不及五厘，依格推赏外，仍许在外只设河入差遣。一次赵牧土人并罢。七年，赵杰决应奉司江淮诸局所及。PG 2860。罢花石纲，令逐鹿漕陈宿居舟船庄发纲运备编。靖康初，汴河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之，功夫未弃，
干涸月余，刚运不通，难。今及今师皆乏粮，则兜水使者陈求道等，命提举今师所乘粮笔，同错至。月两旬，水复旧，刚运踏至，两斤粮乃足。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租税薄，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遂入无几，敌买入中之外，遂出内藏库金帛及上金阙或物名钱，皆不斥数百万。选使臣、军大将，河北船运至甘宁军，河东、陕西船运至河阳，错至陆运，或用铺兵相军，或发义勇保甲，或差雇夫吏车载驼行，随道路所宜。河北的李差近西路回远，又设器险，运至甚艰。熙宁六年，赵路沿路经略司之封庄前于河东买驼驼三百，运沿边粮草。元丰四年，河东转运司调夫万一千人随军，防郭上户有差夫四百人者，其次一二百人。愿出驴者三驴当五夫，五驴别差一夫驱喝。一夫固值约三十千以上，一驴约八千，加之其会破去，民力不能胜。军需调发烦扰，又多不及之物，如降州运枣。千石往临府，每石只值四百，而固值乃约费三十名。金元路转运判官张大宁言，溃运之策，莫若车变。自西宁寨至摩以口接大川，通车无碍，自摩一至都岭下道路亦然。岭以北即山险少水，车程难行，可就岭南乡地利建一城寨，使大车自正荣军载粮草至彼，随军马所在，以军前夫处往来短运。更于中路粮度远近，以遣回空夫助力小宝应接，如此则省民力之半，神宗加之。今西转运司调军邓州夫三万，每五百人差一官不押，复路沿溃运，其本路程途日之前米外，转运司计自入陕西界至延州城数日之米钱三十，柴菜钱十文，并先并给陕西都转运司于株洲差雇车乘人夫所过州交替，人日之米二升，钱五十，至延边止运粮出界，只差湘军。六年，赵西河兰会经略至治司，即至兰州人万马两千班运粮草，于次路州军 PG 两千八百六十一颤瓜官司坨坨两千与经治司，自西河辙运势力不足，发义勇保甲给河东、陕西边用飞机宿者，并作小纲数排日递送。大观二年，金鸡都转运使吴泽人言西服军粮发运司，遂拨八万石贴住于营泽下泄，至州上四五十里，摆至车三铺，每铺七十人，月可运八千四百石，所运渐多，据数增添铺兵。靖康元年十月，诏曰：一方用师，数路调发，军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运粮，每名六斗，用钱四十贯；陕西运粮，民兼备费百余万名，闻之骇异。今遂四方封忍，立米郎吏，但可逐处增驾收敌，不得轻搬运，以称许民之意。
若搬纲水运及诸周之宜之类人就。三路陆运以给兵费，大略如此。其他州县运送或军心调发以给一时之用，此皆不着。转班自西宁以来，其法实变，遂运600万石给京师外诸仓常有余绪。州郡告欠，则遮收上价，谓之讹胡。即本州遂讹，以仓储代书京师，谓之代发。负于封守以中价收敌，古见则官敌，不至伤农。积欠则纳钱，民以为变。本钱遂增，兵食有余。崇宁初，蔡京为乡，使求献财以供持用，费所清胡诗文为发运使，以敌本数百万民充贡，入为户部侍郎。来者效尤，时有进献，而本钱竭矣。本钱既竭，不能增敌，而储积空矣。储积既空，无可待发，而转班之法坏矣。崇宁三年，户部尚书曾效广言，往年南自征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验诸水不通，重船班包劳费，遂于堰旁置转班仓，受竹州所书，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以达京师，虽免推舟过堰之劳，然清道之弊由此而起。天圣中，发运使方仲寻奏请杜真，楚州堰为水闸，自是东南金箔茶布之类，直至京师，为六路上贡胡豆，由寻用转班法，力促糜费与在路折月动以万数。欲将六路上贡胡豆，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谢纳数免清道乞代之弊。自是六路郡县各任岁额，虽湖南 PG 2862。北至远处，一直抵京师，号直达纲，封不加敌，欠不待发。方纲米之来，立法峻甚，船有损坏，所致修整，不得于时。州县欲其速过，但令供状以前给之，沿流乡保西至骚扰，公私横费百出。又言法已坏，回州无所得，州人逃散，船亦随坏，本法尽废。大观三年，赵直达纲自来年并依旧法复令转班，令发运司都修仓鳌，今湖北陆提举长平王熟错置诸陆运凉州船。政和二年，复行直达纲，毁拆转班诸仓。谭枕上言，祖宗建立真楚四州转班仓，一以备中都缓急，二以防曹取阻截，三则纲船装发资次运行，更无虚日。自其法费何到日亦浅色，遂至中都两楚不济，淮南三转班仓不可不复。起自四周为使，次及真楚，既有瓦木，顺流而下，不甚劳费。四岁封记至储蓄，立法转班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英奏转班之法，欲平敌之意。江湖有米可敌于真，两浙有米可敌于杨素，博有麦可敌于四做事，六路封欠有不登处，则以前折胡发运司得以斡旋之，不独无岁而不足之忧，因可以宽敏利运渠汉干，则有变口仓
今所患者向来敌本岁五百万民之一殆尽。宣和五年，乃降度牒及乡，盐超各一百万贯，令吕从、卢宗元军敌胡豆，专备转班。江西转运判官萧旭陈言转班到礼部加远，而人力不劳谢纳，年丰可以广敌后积，以呆中都之用。自行直达，到李济远，情必尤多，如大江东西，今湖南北。有中岁不能行一运者，有压米万石欠七八千石，有抛尸舟船。兵稍逃散，食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必身于激流，而沿路官司多。端祖节，至有一路曹司不自治舟船，截流他路回纲，尤为不便。诏发运司错置。六年，以吴额上贡钱物并六路旧欠发胡豆钱，铸为底本。别将三百万贯赴卢宗元，将湖南所起年额，并随赠。PG 2863。俄欲起抛欠胡豆于转班仓下谢，却将以谢军敌豆胡转运上京。所有直达，后转班胡豆有次第日罢之。靖康元年，令东南六路上贡俄胡。除淮南两浙依旧直达外，江湖四路并错置转班。高宗建炎元年，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送行在于书经。十二年，诏二广湖南北江东西纲运输送平江府、京畿、淮南、京东西、河北、陕西及三纲输送行在。又诏二广湖南北纲运如过两浙，许输送平江府；福建纲运过江东西，亦许输送江宁府。三年，又诏诸路纲运建前并粮输送健康府户部，其经营绢帛并输送行在。绍兴初，因地之宜，以两浙之速攻行在，以江东之速享淮东，以江西之速享淮西，今湖之速享鄂粤荆南。量所用之数，则曹丞将书而归其余于行在钱帛亦然。故舟差夫不慎其弊，民间有自毁其舟、自废其田者。绍兴四年，川陕宣府吴界调两川夫运米一十五万斛至利州，率四十余千至一斛，积病乡人，到死者众，蜀人病之。曹陈召开听民以诉书内郡，睦州婉之，人以为变。总领所遣官就敌于延留诸郡，复旧新立郎州置场，听商人入中，然有虑明知劳且备也，又减成都水运对敌米。绍兴十六年，三十年，科波诸路上贡米，鄂滨遂用米四十五万余石，于全、永、琛、绍、道、横、潭、鄂、鼎、科波、荆南滨遂用米九万六千石，于德安、荆南、李、淳、潭、富、荆门、汉阳、科波、池州兵遂用米十四万四千石，于吉、信、南安、科波、健康兵遂用米五十五万石，于洪、江、池、宣、太平、临江、兴国、南康、广德、科波行在河用米一百十二万石，就用两浙米外，于健康、太平、宣、科波、齐、宣州建屯店前司牧马遂用米，并折书马料三万石，于本州科波、
并诸路转运司庄发，时内外诸军遂废米三百万斛，而四川不遇焉。嘉定兵兴，杨楚间转输不绝，濠卢安丰州集之通矣。 PG 2864。 便已，而浮光之屯仰愧于其安，书其之名，远者千里，近者亦数百里。至于京西之楚乡，隐有可进达，独枣阳陆运夫皆钓于湖北鼎里等处，道路寥渺，夫运不过八斗，而资粮非具与夫所在要求，费常十倍。中产之家故替一夫为钱四五十千，单若之人一夫受益，则一家离散，至有弊于道路者。至于不送钢运，并差见任官，却则选木得替呆却即寄居官。有才干者，其则繁难，人以为淡。故自绍兴以来，优利赏格，其有欠者亦多方而敏之。甘道初，捐欠五十石以下者，三年；捐欠百石以下者，九年。初，刚运欠及一分者，送有司纠弊。致仕，陈辽声明刚运欠及一分者，亦许其补足。淳熙元年，诏不已，所欠多寡，并无除放。其有因刚欠追降官资者，如本非清道，且补书已足，许续付。自是刚运欠失，虽则长于官吏，然以其山川于远，非一人所能究，一时欲于捐放焉。 PG 2865。 至第129。 时或上寺屯田长平一仓，前代军师所在，有地利则开屯田营田，以省馈饷。宋太宗伐契丹，归取燕蓟，边隙一开，河朔连岁一骚，根之失业。州县多闲田，而原边亦增戍兵。自雄州东济于海，多积水气，丹患之，不得四其倾突。顺安军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旷，遂常自此而入。义者为一度地形高下，因水陆之变，建阡陌郡沟序，亦数五架，可以食边岭而献戎马。端拱二年，分命左建议大夫陈述，又建议大夫樊之谷为河北东西路招致营田使。数对即言非变，行数日，有诏令修完城堡，通导沟渎，而营田之意遂请。时又命之代州张其贤治治河东诸州营田，寻义霸六宅使何臣举请于顺安寨西引一河筑堤为屯田，继而河朔连年大水，即臣举之雄州，又言宜因积辽蓄为碑堂，大作稻田以足食。会沧州临津令闽人黄茂上书言，闽的为种水田园山岛泉，备费功利。今河北州军多碑堂，引水盖田，省功益旧。五三年间，公司必大获其利。赵臣举案事还，奏如冒言，遂以臣举为治治河北延边屯田使，冒为大理寺丞充判官，发诸州镇兵一万八千人给其邑。樊雄莫霸州、平戎、顺安等军兴宴六百里，至斗门引电水灌溉。初年种稻，植霜不成，贸易晚到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得气迟，
江东早到七月即熟，取其种客令种之，是岁八月到熟。初，臣举建议，举之者颇众，五臣习功。 PG 2866战一尺于营器，既众道不成，群议越甚，是己为霸。至是，臣举载道遂数车，遣吏送阙下，议者乃席，而官仆甚哈之饶，民赖其利。杜之判官臣姚叟等一言，汉、魏、晋、唐于陈、许等饮祭菜粟，薄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臣计俱在。亦选官大，开屯田，以通水利，发江淮下军散促及牧民充役，给官钱市牛，置耕具，倒沟渎，筑房堰，每屯十人，人给一牛，置田五十亩，虽谷至一夫百亩，今且垦其半，四九而谷至可复也。亩约收三斛，遂可收十五万斛，七州之间至二十屯，可得三百万斛，因而易之，数年可使仓廪充实，沈江淮漕运，民田未辟，官为种植，公田未垦，牧民垦之，遂登所取，并如民间主客之利。父子曰：陆田命悬于天，人力虽修，苟水旱不时，则一年之功弃矣。水田之治由人力，人力苟修，则地力可尽，且虫灾之害亦少于陆田。水田既修，其力兼备，地懒奏加之。遣大理寺丞黄甫选、光禄寺丞何亮乘船暗示京度，然不果行。至咸平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请牧民耕引周碑堂荒地凡千五百顷，不明应募者三百余户，诏令未出租税，免其徭役，然无助于公利。而汝州旧有洛南务，内援兵人种道，雍熙二年罢，复与民致仕复制，命金朝官专长，牧民户二百余，自备耕牛，立团长，垦地六百顷，倒汝水盖灌，遂收二万三千石。襄阳县淳和就作堤截水入官渠，盖民田三千顷，以陈县蛮河盖田七百顷，又有屯田三百余顷。知襄州耿望请于旧地间扩荒田，置营田上中下三物，调夫五百，驻堤堰，人及林州兵每物二百人，金湖市牛七百分给之。是岁，种稻三百余顷。四年，陕西转运使刘宗一言，移于古元州建镇荣军置屯田。今本军一岁给除粮四十余万石，数约费茶盐五十余万，倘更令远民输送，其费亦多。请于君臣四面立屯田务，开田务。 PG 2867百顷，至下军两千人，牛八百头耕种之，又于君臣前后及北至水峡口，各置宝寨，分居其人，无寇则耕，寇来则战，救命之。君为屯田制置使，自则使臣充四寨监押，每寨五百人充屯戍，从之。继而元魏州一开方田，戎人内属者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时兵费尽广，沿屯营田者折照边城，京度行之。顺安
军兵马都兼马骑请于晋荣军东拥抱河，开渠入顺安，威鲁二军至水陆营田于其侧，命莫州部署使仆护其邑，余年而毕。之宝周召兵复奏决击俱全，自周西至蒲城县，分徐河水南流驻运渠，广至水陆屯田，召驻博都兼王昭训共乘之。自是定州邑至屯田。五年，罢襄州营田下务。六年，耿望又请于唐州者杨碑至务如襄州，遂种七十余顷，方城县令左掌之，调夫云偶。景德初，从京西转运使张训之请，诏旨意务兵。二年，令原边有屯营田州军，常立并兼制置诸营田、屯田事，就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顺安军营田务为屯田务。凡九州军皆遣官兼务，至隶属淮南、两浙，就皆有屯田，后多富民而收其租，地存其名。在河北者虽有其实，而遂入无几，立在蓄水以献戎马而已。天禧末，诸州屯田总四千二百余顷，河北遂收二万九千四百余石，而保州最多，余其半焉。襄、唐二州营田计费，景德中转运使许替付之。初，耿望借种田人牛及调夫漏货，遂入甚广。后张训改其法，募水户分耕，置替右参以兵夫，久之无大利。天圣四年，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汉杰往事，汉杰言二州营田自富至今，襄州的谷三十三万余石，为明前九万余；唐州的谷六万余石，为明前二万余。所给利兵奉领官牛杂费，襄州十三万余名，唐州四万渔民的不补失，照费已给平民，请收半税。其后陕西用兵，照转运司杜系地至营田以驻边际，又假同周沙院兼墓地为营田，而知永兴军犯雍阔诸郡牛颇烦扰，未几。PG 2868，遂罢。又镇盐田矿盐，镇荣、原、魏地方数百里，就皆名田。今无复农事，可及其地大兴营田，以保结兵不习战者分耕。五百人为一保，三两保至营田官亦领之，播种以食，农系则习武士书奏不用。后乃命三司户部副使夏安琪等一并编制屯田，弃不能成。至平三年，河北屯田367顷，得谷35460石。西宁初，以内侍押班李若愚同提点制至河北屯田市。三年，王韶言为元臣而下至秦州城济，旁河五六百里，粮田不耕者无虑万顷至千顷，遂可得三十万斛。知秦州李师中论，少指及边建招弓箭手的，恐秦州亦多事。召遣王克诚等暗示，复奏与师中同，在下审起。起奏不见少所指何的，虽时有之，恐召人耕种，西番惊疑。是御史谢景温言文审期望指甘谷成功箭手的以塞少往，而窦顺清奏
时只有闲田，亦请四十三亩。中书言，其未尝止甘谷城的以石勺奏而失。中前在秦州与勺更相论奏，互有曲直。勺遂以望止闲田自者。作左郎则保平君节度推官，诗中亦落呆滞。其后韩枕之秦州，乃言时有古魏寨弓箭手为请控地四千余顷，遂复勺故官，从其所请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封遂屯田，入不常费。于是赵霸原边水路屯田务，牧民租佃，收其兵为州乡军。时陕西矿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远方有输送之情之言。周赵谢请牧民耕以输朝廷忧，赵下其事。经略安抚使郭奎言，怀宁寨所得的百里，以牧弓箭手，无闲田。谢又言之，遂扩得的万五千余顷，牧汉番兵及五千人，为八指挥，召迁谢官，赐金帛。而西周王韶又请以河州藩部进城川的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藩兵弓箭手，每寨五指挥，以250人为额，人给的一顷，藩官二顷，大藩官三顷。西河多良田，七年，赵伟提点。秦奉禄行御正明县新营田，许奏辟官署以及事。PG 2869。枢密使吴充上书曰：“今之屯田，臣未一行。古者一夫百亩，又授田十亩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防古筑田法行之。”西河四周田无虑万五千顷，十分取义以为公田，大约中岁亩一石，则公田所得十五万石。官无屯银牛聚领给之费，借用重利而民不劳，大荒不收而官摩所损，省转输，平敌价，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点刑狱证明现言，祖宗时屯营田皆置物，屯田以兵，营田以民，故有异制。然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林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边州营屯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至于招弓箭手不进之地，复以牧民，则兵民参错，故无益也。而前后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农夫，或诸郡扩牛，或兵民杂耕，或诸州乡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颇致烦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暴罢。唯因弓箭手为筑田法，一夫授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彼之自备种粮功力。岁亩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无领给之费，民有耕凿之力。若可以为变，然弓箭手之招致未安其业，而种粮摩所养给，又则其借力于公田，虑人心一摇，其后稍忍推行。九年，赵西河弓箭手耕种不及之田，经略安抚司典乡军佃之，官至牛具农器，人亦请，遂中参教弓箭手，乡军所重优劣为赏罚。弓箭手逃的并营田赵佃租客，许就近于本城寨输纳，人免折贬之疑。元丰二年，改定州屯田司为水利司，即张敦驻元州，亦为
屯田务，其后遂罢之，牧民租佃，役兵各海所立。五年，赵提举西河等路攻建守营田，藩部共为一司，历经元禄至治司。提举西河营田康时言，新复土地，起命官分化经界，选之田。湘军人给一顷耕之，于西给弓箭手，人家一顷，有马者又加50亩，每50顷为一营。四寨宝剑缺农作湘军，许于秦凤。金元西河三路选木湘军及马地铺促，愿行者人给庄钱2000。PG 2870。赵皆从之。知太原府吕惠卿常上营田书曰：今家庐米之里外，良田不斥12万顷，下人名为珍珠山、七宝山，言其多，出何宿也？若耕其半，则两路新寨兵费已不尽资内地，况能尽辟之乎？前此所不敢尽耕者，外无汉魏也。今于家庐米之相去120里间，各建一寨，又其间至小宝铺相望，则延州之一河百草与十州之五宝，客名以南诸城寨，千里边面皆为内地，而河外三州荒闲之地，皆可垦辟以善军用。凡习为下人所亲及苏安静弃之以为两不耕者，皆可违法耕之。于是就敌河外，而使河内之民被之疑者，量出角城之职，隔百年远输贵敌，以免困攻之弊。财力稍丰，又通家庐之道于林州之神木，其通宝寨亦如家庐米之之法，而横山高于之地，皆为我有意。七年，会亲故五县耕牛，发江兵外户，而耕新疆家庐吴宝间高于的号木瓜园者，凡得地500余顷，林府丰州的730顷，弓箭手与民之无力及一时两不耕者又960顷。会亲自为所得及后，可驻边际，起推之陕西。八年，枢密院奏去年耕种木瓜园，凡用将兵18000余人，马2000余匹，费钱7000余名，谷近9000石，糗备近5万斤，草14000余树，又保甲手预费民钱1300，米食3200，一耕民1500，雇牛千具，皆强民为之，所收何粟，荞麦18000石，草12000，补偿所费。又借转运司钱谷以为子种，至今未偿，增入人马房妥之费，仍在年纪之外。虑经略司来年再欲耕种，起早约束赵玉会亲舞蹈前师。河东进驻宝寨，自临时路沿南北近300里，即金元环庆西河兰会新复城寨的土，西木湘军配促耕种免疫以而营田司沿诸路木发湘军皆不闲田作，遂各遣还其州。绍兴元年，知今南府解前奏辟宗纲，凡兵错至屯田，赵除。PG 2871。宗纲冲今南府，归峡州，金门公安军政府使司错至五州营田官，凡兵复之。渡江后营田盖始于此。其后荆州军使养给沈县官之半焉。三年，得安抚、富州、
汉阳军政府使臣归放古屯田。凡军事，相显爱，力保寨，且守且耕，耕必给费，敛赋给粮。依除田法，余并入关。凡民，水田亩赋金米一斗，露田斗麦下。秋各五升，满二年无欠，给为永业。兵民各处一方，流民归业。敬重，亦至保寨屯聚之。凡屯田事，营田司兼之，营田事府县兼之。廷臣因归奏推广，为一夫授田百亩，古至也，今荒田甚多，当听百姓请赦。其有雀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夜一犁。凡授田五人为甲，别给书第五亩为庐舍场圃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县令主之，以岁客多少为殿罪，下诸镇推行之。赵江东西宣府使韩世忠错置健康营田，如陕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虽多，大半有主，难如陕西立，其牧名臣殿。都督府奏如世忠意，人捐三年租，满五年，田主无自成者，给殿者为永业。赵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并免。五年，赵淮南、川陕、荆襄屯田。六年，都督张俊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凡官田陶田并居，即以五顷为一庄，牧民成殿。其法五家为保，共殿一庄，以一人为常，每庄给牛五具，累四级种赋之，别给十亩为书圃，代前七十千，分五年长。命凡兵王福行之，寻命五大将刘光、是韩世忠、张俊、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吏陆率西岭营田使，迁兵司农少卿，提举江淮营田，至司健康福屯田。员外郎复之，官给牛种，府存留遗，一岁中收谷三十万石有。其殿中侍御史石公奎、兼中御李采及王福皆言营田之害，张俊亦觉其扰，请罢司，以兼司领之。于是赵率臣兼领营田。九月，以川陕宣府吴玠置废宴营田六十庄，计田八百五十 ，PG 两千八百七十二四顷，遂收二十五万石以助军储，赐诏蒋玉焉。三十二年，都是湖北、荆西军马汪彻言，今湖两军屯守襄汉，梁享号汉。襄阳谷有二渠，长渠盖田七千顷，牧渠盖田三千顷，兵后因废。今先筑堰开渠，牧边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累四种粮，令河北、荆西转运司错置，既省馈运，又可安及流亡，从之。隆兴元年，臣辽延州县营田之时，其说有时，曰：则官必省，牧人必广，川渠必深，乡亭必修，器用必备，田畜必立，食用必充，耕具必足，定税必清，赏罚必行，且欲立赏格以牧人。即驻广西马冈三年以试牛，会有宿襄阳屯田之扰者，上谕罢之。工部尚书张产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无耕田之
民而克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强之百姓，于是百姓舍己熟田而耕。官深田，或远数百里征乎以来，或民双丁而益其强壮，老至无养，一方骚然，霸之臣是也。然自去岁以来，至耕牛农器，修长木二渠，费以十余万，一旦举而弃之，则荆襄之地中不可耕也。彼见两淮归镇之民，动以万计，官不能续时，则老弱饥死，强者转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为可免流离矣。使中原之民闻之，知朝廷有以处我，律皆强附而至矣。一时肯辟济广，取其余以书官，实为两变。赵除见耕者依旧，余令与允文同王爵错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参赞陈俊卿言语，以不批待人，则官荒田，标其利债，多买牛犁，纵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乐从。数年之后，垦田必多，谷必贱，所在有屯，则村落无盗贼之忧；军食既足，则馈饷无转运之劳。此臣经久守怀之策，赵从之。干道五年三月，四川宣府使郑刚中拨军耕种，以岁收租米。对检成都路对敌米一十二万石善军，然兵民杂处村团围扰百端，又数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二三年不待者，民甚苦之。 PG 2873。知兴元府朝公武玉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为额，等地均数赵店放兵及保甲以护边，从之。八月，赵镇江都统司及五封军三处屯田兵，并居收入对教月。六年，罢河扬州屯田。八年，复罢泸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驻扎副都统制郭杲言襄阳屯田，兴治二十余年，未能大有益于边际。非田之不良，盖人力有所未至。今边陲无事，正宜修举，为时边之计。本司有荒熟田750顷，起降前3万名，收买耕牛农具，便可施工。如将来更有余力，可扩荒田，接续开垦。从之。绍熙元年，知河州刘伟以盛田牧民充万弩守分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牧人耕种。十三年，四川宣抚安丙总领任处。后延绍兴十五年，株洲共垦田2650余顷，夏秋书租米141000余石，享所屯江兵，罢民和敌，为利可未薄矣。干道四年以后，屯兵归军教月，而营田赴株洲牧店，遂至租立县师，交江豪民城实占据，其必不可盖举。今豪强已徙，田土荒闲，正当居种之秋，何自总领所与宣抚司错置其逃绝之田，关内外亦多有之，为数不资，其力不在营田之下，其病扩之。初，借守蜀，以军储不济，置包陈燕为屯田，民不以为变。因曹丞郭大忠言曰：“中其数，
使民自耕，民皆归业，而岁入多于屯田。端平元年八月，已成辽言，屯五万人于淮之南北，且田且守。至屯田判官一员经济其事，辖则教以其社。出持田租三年，又三年则取其半。十月，知大宁监少前言，袭镇刚中常于蜀。知官爱杂兵民屯田，遂收粟二十余万石。事后屯田之力计费，粮运之费亦增。宜召率臣纵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计值以偿之，则总所无转输之苦。边关有处置之风，战有余勇，守有余备矣，从之。 PG 2874。 嘉熙四年，令流民于边疆七十里内分田以耕，欲井则用矣。守江于边城三五十里内一分田以耕，欲井则用以守城，在寨者则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寨。田在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归其主。四三年事定，则各还原业。咸淳三年，诏曰：淮、蜀、湖、湘之民所种屯田，既困重额，又困苛取流离之余，口蹄不充，即遇水旱，收租不及，而催书急于心火，民何以堪？其日前就遣并除之，复催者以为治论。长平、义仓、汉随立民之良法，长平以平谷稼，义仓以备凶灾。周显德中又智慧民仓，以杂配前分数折粟助之，遂欠减价出以惠民。宋坚存其法焉。太祖陈武纪之乱，海内多事，义仓尽废。甘德初，召诸州于各县置义仓，岁输二税，时别收一斗。民饥欲待充种食者，县聚集深州，州长立即祭口待气，然后奏文，其后以书送烦劳罢之。淳化三年，金鸡大攘，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增价以敌，须进仓助之，命曰长平，遂积极下其职与民。咸平中，库部员外郎陈素请福建曾智惠民仓，因召诸路生淳化惠民之志。景德三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浙皆立长平仓，即户口多寡，量流上贡钱自二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令转运使每周则清干官主之，领于司农寺，三司无辙一用。遂下秋市市价量增以敌，跳减价亦如之，所减不得过本钱，而沿边州郡不至。召三司即议，请如所奏。于是增至司农官吏，创谢舍藏吉帐，度之别至长平岸。大律万户，岁敌万石，户虽多，只五万石。三年以上不跳，即回充粮领，亦以新粟。灾伤州郡敌粟，斗无过百钱。后又召当值关于元约数外增敌及一倍以上者，并与李为牢记。天禧四年，京湖、川峡、广南皆增至长平仓。五年，诸路总敌数183,000。PG 2875。千余湖，跳243,000余湖。景佑中、
淮南转运副使吴尊陆延，本陆丁口百五十万，而长平前粟才四十余万，岁积不足以就绪。愿自今化增为二百万，他无得一用，许之。后又诏天下长平前粟三司转运，司皆无得一用。部署年间，长平积有余而兵食不足，乃命司农四出长平前百万民助三司给军费。久之，一用数多，而续藏无积矣。自景又出积内积，诏出长平粟代中下户，户一斛庆历中发京西长平粟镇平民，而聚敛者或增旧价敌粟，欲以示恩。黄又三年，诏戒之。淮南两浙体谅安抚陈深之等言，灾商周军启敌长平仓粟，令于原价上量添十文、十五文，殊非许明之意，乃诏止于原敌价出挑。五年，诏曰：彼者湖北岁减发长平以寄积者，如文思农四副都取，岂朝廷正续一灾？其悉除之。明道二年，诏亦复一仓，不果。景佑中即贤孝李王齐请复制，令五等以上户随夏秋二税二斗别书一升，水旱减税则免书，州县则变得置仓住之，领于转运使，既以一中郡镇税岁入十万石，则一仓可得五千石，推而广之，则利薄矣。明道中积欠，国家欲近代积民，则军食不足，故民有流转之患。是时兼并之家出粟数千石，则不利，是其以官爵为轻于特爱民计物，不获以为之耳。且兼并之家占田长广，则一仓所入长多；中下之家占田长狭，则一仓所入长少。及水旱赈济，则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济，中下之民实先受其次矣。是下有私会义，义者一同而止。庆历初，其父上其义，仁宗纳之，命天下立一仓，诏上三等户书粟，以而复罢。其后假案又言：今天下无事，年谷丰熟，民人安乐，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则流离死亡，捐弃道路，发仓领赈之则粮。PG 2876。不给，客诉妇人则力不善，转书千里则不及事，移民就宿则远近交困。朝廷之臣，郡县之吏，仓卒不知所出，则民饥而死者过半矣。愿放随至吏民设一仓，召天下州君欲年谷丰登，立法劝客蓄积，以备凶灾。此所谓乐岁利米郎利，多取之而不为虐者也，况取之以为民耶？下其说诸路以度可否，以为可行。才四路，于或为赋税之外两重公书，或为恐招盗贼，或为已有长平足以正给，或为置仓烦扰。于是按赋上奏曰：臣常判尚书刑部，见天下岁断死刑多至四千余人，其间盗贼率十六七，盖于民迫于饥寒，因之水旱网陷重辟，故臣请复民设一仓，以备凶岁。今诸路所成，累皆妄议。
若为赋税之外两重公输，则益仓之役，乃教民储积以备。水旱，官为立法，非以自立，行之既久，民必乐书。若为恐招盗贼，盗贼利在轻货，不在速卖。今乡村富士有住宿数万石者，不闻有劫掠之余。且盗贼之起，本由贫困。臣见此意，欲使民有住基，虽遇水旱，不忧乏食，则人人自爱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盗贼之源也。若未有常平足以正给，则常平之设，盖以准平股价，使无甚贵甚贱之伤。或遇凶机，发以正就，即已失其本意，而废又出公帑，经国用颇乏，所蓄不厚，尽遂非无常平。小有水旱，则流离厄服，岂为盗贼？则是常平果不足养以正给也。若未置仓廪，敛财木，恐有烦扰，则经州县修置游船一舍，皆敛于民，起于一仓，独未烦扰。人情可与乐成，不可与谋食。愿自朝廷断而行之。然当时迁于众论，终不果行。嘉佑二年，召天下至广惠仓。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欲之。枢密使韩琦请刘物欲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住之，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瘠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遂终俱出。内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备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 PG 2877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欲如旧。四年，诏改吏司农四周选官二人主出纳，遂十月遣官验试，应受米者书名于吉。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其大略如此。至平三年，常平入五十万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万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前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敛散未得其宜，故为利未薄。今欲以建在胡豆，欲贵量减市价跳，欲见量增市价敌，可通融转运司苗税及前胡旧变转役者，亦许兑换。人以见钱依陕西清苗钱利，愿欲借者给之。随税输纳胡豆，半为夏料，半为秋料，内有请本色或纳实价贵，愿纳钱者，皆从其便。如遇灾伤，许斩至次料丰熟日纳，非为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待，则兼并之。家不得成，心臣不皆以腰背袭。又常平广惠之物收藏机制，必待年减物贵，然后出跳，所及者不过城市有守之人。精通一路有无贵发见敛，以广蓄积，平物价，使农人有以复食趋势，而兼并不得成其极。凡此皆以为名，而公贾磨所立其入，是以先望散会心力，
以为根敛补助之意也。欲量诸路前古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周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人先自和。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似有序推之诸路，其广惠仓储量流，给老及贫穷人外，于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赵可继而条例司又言，常平广惠仓条约先行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访问民间多怨之待，起便下诸路转运司施行，当议制提举官。时天下常平钱谷建在1400万贯时，赵诸路各置提举官二员，以朝官为之，管当一员，京官为之，或共置二员，开封府界一员，凡40余人。初，神宗既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安石为帝言天下财力所当开辟敛散者，帝然其说，遂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安石因请 PG 2878，以著作左郎编校及贤书相吕惠卿为制置司简详文字，字事专一，讲求立为新制，欲行轻描之法。苏辙自大明推官尚书，赵对一除条例司简详文字，安石出轻描法示之，辙曰：“以前代名，使出席二分，本非为例。然出纳之际，立原为奸，虽有法不能尽，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礼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危险。如此则边吃必用，州县多事矣。唐刘晏掌国际，未尝有所夹带。有由之者，晏曰：使民侥幸的钱，非国之福，使利以法督责，非民之便。吾虽未尝假戴，而四方封兄贵贱知之，未尝于时。有贱必敌，有贵必跳，以此四方无甚贵甚贱之病。安用戴为晏之言，汉常平法耳，功臣能行之，晏之功可立四也。安石自此逾越不言轻描。会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连召议事，广连常奏起度森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司行轻描法，春散秋敛，与安石议和致事，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会仓之法遂变而为轻描矣。苏辙以义不合罢，而诸路提举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勿以多散为功，富民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守。王广连在河北一等户给15000，等而下之至五等有给1000，民间宣然不以为变。广连入奏为民皆欢呼感得，然言不变者甚众。又正言李常、孙觉起诏有司无以强民，时提举府界常平事侯书县吕都提点府界县政吕景散前，景以基县各有屯兵，遂入客立景能善给，又民户常带粮50余万时，上西以文经条例司又以买陕西盐钞钱50万名为轻描钱给散，恐民力不堪，诏送条例司，诏提举司官至中书界谕之。王安石言：若此，
诸路必固。望不敢推行新法，地领条例司指挥，从之。三年，判大名府韩其言，臣准散清苗诏书，勿再会小民，不使兼并臣及以要备席。PG 2879。而公贾摩所立其入，今所立条约，乃自相互一等而下皆立界前。冠末三等以上更许增界，防郭户有物业甚职当者亦一相互立之界。且乡村上等户并防郭有物业者，乃从来兼并之家，今领多界之前，一千领纳一千三百，则是官自放前取席，与出诏决相为例。又条约虽尽亦乐，然虚的上户为假头以人之名于不虑久远，请时甚易，纳时甚难。故自治下以来，上下惶惑，皆为若不易散，则上户必不愿请，近下等地与无业客户虽或愿请，必难催纳。将来必有行刑都所及乐干系书手点押其户长，同保君陪之患。去岁和硕丰人米豆不过七八十钱，若成十多脸四贵儿跳，不违和古制，无失陷，兼民备实惠，亦足收其现银金珠。仓方敌而提举司以及止之，亦在以此敌本境为青苗钱，则三分知悉可为己功，岂暇更续思明久远之患。若为陕西常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为变，此乃转运司因君处有阙，是自冬及春雨雪及时，麦苗滋盛，定见成熟，行于一时可也。今乃见官至私以为每岁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其陕西权宜之比哉？兼出诏，且于京东、淮南、河北三路试行，似有序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及，而俱尽于诸路致使，非陛下忧民、祖宗会下之意。起敬罢提举官，地委提点刑狱官依常平旧法施行。帝秀出其奏事执政曰：其真忠臣，正使未可以立民，不亦乃害民如此？且防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安石伯然进曰：苟从其所欲，虽防郭何害？因难其奏曰：陛下修长平法以助民，至于收席亦周公以法也。如桑弘扬隆天下，或才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谓新立之臣，今亦兼并正平若治官理财，非所以左思欲，安可谓新立之臣乎？曾公亮、陈深之皆言防郭不当表前，与安石论难久之而罢。帝终以其说为宜，安石遂称疾不出。PG 2880。帝欲执政罢青苗法，公亮深知欲即奉诏，诏便独欲四安。时出自罢之，连日不绝。帝更以为疑，因令吕惠卿欲止其安石。安石入谢，既逝世，志气越悍，面责公亮等，由是持新法意见。诏以其奏复制至条例司，条例司书列其奏而辨析其不然。其父上书曰：至治司多删去成原奏要语，为举大概，用篇词曲难及引周礼国服为席，
之说，闻其谬妄，上以期往圣听，下以愚弄天下。臣妾以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无包民取利之理，但汉儒解释或有异同。周礼元禅二十而岁以为欺凌之真耳。十而五，郑康臣乃曰此法，为从官代前若受元禅之地，代万钱者出席五百。贾公彦广其说，为如此则近交十一者。万钱其出席一千，远交二十而三者，万钱其出席一千五百。殿、稍、县都知名，万钱其出席两千。如此，则需欺凌之户取。待方出席二千五百，当时未必如此。今放青苗前，凡春代时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两千，秋再放十千，至岁中又令纳利二千，则是待万钱者，不问远近，遂令出席四千。周礼至远之地只出席两千，今青苗取席过，周礼一倍，至至私言比同理取席一不为多，是期往圣听，且为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亦宜，周礼所载有不可失于今者，其是非一。若为全府一职今可施行，则至至私何独举著书代前取席一事，以抵天下之功言哉？康臣又著云，王莽时代以治产业者，但既所营受席无过岁十一。公晏书云，莽时虽计本多少为定，及其催科为所营多少。假令万钱岁营万钱催一千，营五千催五百，余皆俱力催十一。若营钱更少，则纳席更薄，比金轻，苗取利尤为宽少。而王莽之外，上自两汉，下及有唐，更不闻有代钱取利之法。今至至私欲尧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必慎政，而代钱取利更过莽时，此天下不得不止以为非。 PG 2881。 而老臣不可以不辩也，况今天下田税已重，故非周礼时义之法，更有农具、牛皮、盐曲、西钱之类，凡食于木，谓之杂钱。每夏秋其纳关中，更以筹卷胡豆低估，令民以此杂钱折纳，又遂散官盐与民，谓之残盐，折纳卷帛。更有欲买，何买筹卷，如此之类，不可西举。皆周礼田税十亿之外加敛之物，取利以后伤农矣。深奈何又引周礼国服为席之说，为放青苗前取利乃周公太平以示之法。此则呜呜盛典，必获瑞民，老臣的不太席而痛哭也。至至私又为长平旧法一跳与房郭之人，房郭有物力护卫长临敌长平仓胡豆，此盖欲多借钱与房郭有业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称周礼以为魔都一笔也之现，以闻其取说，为陛下降之。枢密使文彦博亦数言不辩，帝曰：吾遣二中使亲问民间，皆云甚辩。彦博曰：韩齐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患者乎？先是王安石因节入内附都知张若水押班兰元镇，帝因使二
人前查府界表前事，还言民皆情愿，无意配者，故帝亦信之。初，群臣尽读耳音毕，帝问朝廷每更一事，举朝汹汹，何也？司马光曰：青苗出席，平民为之，尚能以蚕食下户至饥，寒流离，况县官法度之微乎？吕惠卿曰：青苗法愿则取之，不愿不强也。光曰：于民之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陕西行之久，民不以为病。光曰：臣陕西人也，见其病不见其利。朝廷初不许，有司上能以病民，况法许之乎？即拜官枢密副使，光上张立辞至六。七曰：帝臣能罢制治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主一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不然，终不敢受命。进出之永兴军 PG 2882。当世时，真青苗前者甚众，翰林学士范正言，陛下出诏云：公贾模所立其入，今提举司以户等给钱，皆令出三分之席，勿一分云，皆云自古未有天子开客场者，民虽至于，不可不畏。后以言不行致仕。台谏官吕公者，孙觉、李常、张俭、陈浩等，皆以论青苗罢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欧阳修纪韩其论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作一证。知臣刘宪将前之官才数月，青苗令下，前即绑于县门，又移之乡村，各三日无人至，遂撤绑缚。立曰：民不愿矣。府似移前庸令，使其属暗验，无违令者，前之不免，即移即去。知山阴县丞顺于不肯奉行，一状自合曰：方今小民匮乏，愿待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孺子见一密，孰不然指真实？然父母即指之，恐其饥肝足以生病，故其老戒其乡党，父兄会其子弟，未尝不以待世为不善至身。今乃官自出举，又以便利，都以威行，非王道之举也。况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敛亦在当月，百姓的钱便出席输纳，时磨所立是使民一取青苗钱，终身以及世事一岁长两书席钱，乃别为一副以避生民也。左折南康君延九岁，陕西转运副使陈毅指桓庆等六州无散青苗前，且留长平仓务以备用，条例司合其罪，诏释之。五月，至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以长平新法副司农寺，命及贤孝礼吕惠卿同判寺，兼领田役水利。七年，帝换调长平官吏多违法。王安石请县专制一主簿，主给纳役钱及长平，不过500元，费钱30万贯耳。从之。帝以久旱为忧，翰林学士陈芷涵为言，积县进都青苗甚急，往往鞭挞取足，民至伐桑为新以役钱。旱灾之际，众离此苦，帝颇感悟。太皇太后亦常为帝言：
闻民间甚苦清田，主一钱何罢之？会百姓流离，地忧见颜色，亦疑心法不变，欲罢之。安时不悦，屡求去。四月，出之江宁府。然安时见寒。PG 2883。将代乡，人以吕惠卿佐之，于安时所为遵守不变。继而召诸路，长平前谷长留一半外，方得给散。两京已隔长平前人力，不得知解。民间非食缺乏，许以物产为底，依长平县输纳，当输钱。而愿输谷若金帛者，官吏中价市民，物不尽其钱，足以钱钱；不尽其物者，还其余值。又听民以金帛易谷，而有私少加金帛之职。六年，户部言准召诸路长平可着三年敛散中数，取一年为格，遂终较其增亏。今以钱银谷帛贯十匹两定年额散1137772，敛1396万5459。比元丰三年散增2148342，敛增1334963，四年散增2799964，敛亏1986515。照三年四年，散多敛少及散敛聚少之处。户部下提举司据悉以闻。十年，召开封府界先自封忍基县吏议仓法。明年，提点府界诸县政公事蔡臣喜言议仓之法，以二十而书一斗，至为轻矣。起今年下税之始，悉令举行。召可，仍以议仓吏提举。司今东西淮南河东陕西路义仓以今年秋料为始，明书税不及斗免书，颁其法于川峡四路。元丰二年，赵威茂黎三州罢行义仓法，以一下杂居，遂富不多故也。八年，并罢诸路义仓。元佑元年，诏提举官累年积蓄钱谷财物，尽装作长平钱物，委提典刑狱交管，依旧长平仓法行之。罢各县专制主簿。四月，再立长平钱谷给敛出席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集一半。为额民间私卖丰熟，随下税先纳所输之半，愿半纳者只出席一分。左司谏王延叟，监察御史上官军，右正言王迪，右司谏苏哲，御史中丞刘志交张论复行青苗之妃。八月，司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为吏民，并取情愿。后提举官素要建功，五求多散，或举县追呼，或排门抄札，亦有无赖子弟慢昧尊长。PG 2884。钱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诈请，莫知为谁，及至追催，皆归本户。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罢提举官。不复立而考校访文人秦安变欲下诸路提点刑狱，深言州县易配之境，赵从之。中书舍人苏轼不书陆皇，奏曰：昔宁之法，未尝不经易配，而其害至此。名家量入为出，
虽平一族，若令分外的钱，则费用自广。况子弟欺慢父兄，人户冒名诈请，似此本非易配。臣为以散集一半为额，与西宁无异。今许人愿请，未免设法往明，使快一时非礼之用，而不虑后日催纳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无几。今以行长平跳敌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席，以假无穷之怨。于是王延叟、苏辙、朱光庭、王狄等复言，臣等屡有封事，其霸青苗，皆不蒙父外愿进府三省，公义得失。初，同知枢密院范纯人以国用不足，见请复散青苗前，四月之诏，盖纯人意也。时司马光以及再告已，而台谏皆言其非，不报。光寻奏起约束州县易配，苏轼又矫奏起进罢之。光时大悟，遂立即入队。寻诏长平前谷，指令州县依旧法趁时敌跳，青苗前更不知表。除旧欠二分之席，原知本前宴见欠多少，分料赐随二税书纳。绍圣元年，诏除广南东西路外，并复置一仓，自来岁始放税二分以上免书，所著专充政绩，则宜用者论如法。二年，户部尚书蔡京首言，臣诏错置财力，起减会息，封青苗条约参酌增损，立为定制。淮南转运司副使庄公越位，自元又罢提举官后，前古为他司亲戒，所存无几，欲起追还给散，随下秋税常纳，勿立定额，自无一名失财之患。奉一郎正景朝奉郎郭石亮、陈一郎许吉、董尊等皆言青苗最为便民，愿解易配，只收一分之席。诏并送祥定重修敕令所。三年，旧欠长平前谷人户，仍许请给。宣和五年，令州县遂散长平前谷币，即皆是请人民数于 PG 2885月敛之，数格伪冒之弊。先是诸路灾伤，皆拨上贡年额米糊数多，至阙中都遂计，令京东、江南两浙、金湖路一仓谷各留三分，余并起发赴京补还皆拨之数。六年，诏罢之。高宗绍兴元年，并提举长平司于提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复长平官，蒋补类之政以广储蓄。九年，用宗正臣郑立言以长平前于明叔父未必之时，悉数和敌。二十八年，以诏令狠请跳州县一仓米之臣府者。孝宗隆兴二年，遣司农少卿陈良弼点检浙东长平等仓干。到六年，知衢州湖间奏广敌长平。福建转运副使沈书奏水旱州郡，请留转运司和敌米以续长平，上级为之施行。八年，户部侍郎杨谭奏一仓在法下秋正税斗书五合，不及斗者免书。凡封熟县九分以上即书一升。令诸路州县岁收苗米六百余万石。
其何收益仓米数不少，兼有灾伤，知给不多。访闻诸州军皆善用，请击之。宁宗庆元元年，赵户部右曹专领一仓。十一年，陈辽言。绍兴初，台臣常请通一县之粟，截留下户苗米，输之于县。别储以备赈济，使穷民不至于坚实。为复郭一仓，则就州输送。至于属县之一仓，则令臣同主之，每岁中令臣和诸乡所入之数上之首二首二和诸县所入之数上之提举长平提举长平和一道之数上之朝廷考其盈亏以议殿罪从之。宝庆三年，是御史李之孝言郡县素无蓄积，缓急止养朝廷非立法本意。囊淮东总领岳科任江东转运判官，以所积经常前敌米五万石，庄留江东九郡，以实计敌诸郡皆蒙其利。其后使迷中之饶州、赵彦克之广德军，皆自积前敌米五千石，以示推之。兼思州郡苟能节用爱民，即有盈县。若立之归神，加以处置，所敌至万石者精浊，其不收敌与扰民及不食者捐罚，数积郡县趋势，蓄积遂增，实为经久之力。又指从 PG 2886之。景定元年九月，设曰：诸路已跳一米价钱，州郡已低价，亦令上户补敌，赈税逃革，一米用亏。长平思则县道赔纳，县道岁夫力贴，保正常揽户等人均纳。自今是时收敌，见细力贴等人赔纳之前，并与厨放。五年，监察御史陈元越奏随经代役法也。京津诺代役之外，又有所谓外役焉者，卷筹斗也。岂有卷筹斗而可加之意乎？纵使为法加役，则卷加卷筹加筹斗加斗，犹可言也。州县一役追包，一切李苗儿加一分之役，甚者设恩以捐二税，一米依旧追索平民下户所欠不过深河，星火追乎，费用不知几百倍，破家荡产，欲妻子愿皆之身，有不忍闻。望盐都监司只许以经代役，其余尽罢。其有循习并民者，重其罚从之。咸淳二年，以诸路景定三年，以前长平一仓米二百余万石，减石直跳之 PG 2